萧晨，你自己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如镜师像条狗一样，哪还有什么不败战神的计划？拥有十万修为勇的龙神君都能战，还配叫什么不败战神？萧晨宁死不屈，就是死，我的亡魂，小儿等阴险小人讨债。那好，今天就送你上路。 我去，又是那个梦，能不能换个梦做了？这是怎么回事？ 萧博士，你醒了。萧博士，你醒了。妈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当然是为了你的科研成果了，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乖，签了他，这项科研成果就是我的了。去你妈的！我这么多年从没亏待过你，你现在不光把我绑起来，还想用500万买我30亿的科研成果，你他妈做梦去！还是这么硬气。 这是什么地方？哎，等等，我不是死了吗？萧王爷，您这穿着奇装异服在棺材里做什么？陛下正等着见您呢。啊，陛下。 萧王爷，3年来别来无恙啊！你是江嫣儿，你们这群贼寇，胆敢陷害于我，此仇不报，永世不得平息！逆贼萧晨密谋毒害皇上，今日问斩，同诛九族。 对，就在今天，好熟悉啊！ 皇帝被刺，我背上弑君之罪，株连九族。萧王，你为何穿着一身奇怪的衣服？还有，剑道阵为何不下？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快跟我走，有危险，有人要篡位！你在开什么玩笑？这是皇宫，谁能杀？谁又敢杀我？还有，这3年来你脑子是不是坏了？那你跟我走吧，你要是不死，我肯定不会死的。 真的有人要杀朕，萧晨，你怎么知道？那里头有毒。你给我喝的是什么？含有剧毒的药，这个是我在热带雨林采集毒素样本时研制的。 因为这个药效呢，毒素非常大，劝你不要乱动。毒药，萧晨，
你竟然给我制毒药！好热，我去，这毒素药劲这么大呀！哎哎！啊！小陈，我累吗？陛下，奶奶授受不亲。 我真的不喜欢男人，哎，陛下，真的不行，我们在一起是没有结果的，陛下。 小陈，你现在还觉得我像个男人吗？我不能趁人之危，陛下，我这就为你解毒。<笑> 我去，我被抢了！我去，我被抢了！你混蛋，小陈，你对我做了什么？你干什么？我昨天可救了你两次啊！要不是你给我吃那该死的毒药，我也不会失身于你。小陈，这样将你凌迟处死！那些麻烦！哎，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不分好坏呢？ 昨天本王可是救了你两次，我去，这要砍下去，不死翘翘了吗？想必你也不想让你女儿身的身份被知道了吧？你到底想怎么样？我们约法三章，如果你不履行，那我们就鱼死网破。我想，你不想让别人知道你胸口上有胎记。 朕答应你，如你敢将此事泄露半句，朕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萧晨，废物！今日我花兰儿来与你退婚。原来你就是我素未谋面的未婚妻。 可真是冤家路窄。咱俩前世今生都不对了。萧晨，虽然当初你我有婚约在身，但一场败仗居然让你变得如此贪生怕死。今日这婚，我花兰儿是退定了。花将军，你说你落井下石，我记得当初我待你可不薄。当初你萧晨是我龙国不败战神，能让诸国列邦不敢踏我国土半步，是何等的威望！ 但因为一场败仗，竟会让你变得如此贪生怕死，为了天下第一的武功，终日饮酒作乐，这样的废物怎么配得上我花郎啊？萧晨，当初你一场败仗打没了10万大军，成为千古罪人，花将军那是未曾气，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就是，萧晨，你不过是一介废人，文不文，武不武的，活着都是浪费。诸位，你们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有点狗眼看人低了？我萧晨。 起初好歹也是统治10万龙神军的不败神话。萧晨，不是我们看不起你，如今你最引以为傲的武功被废，家业也悉数散尽，而文嘛，你好像只是一个大字都不识的人。你说你不是废物是什么？<笑>好，既然花将军都这么说了，今日众人都在，那我这个连大字都不识的粗人，跟你来一场文斗可以？什么？ 文斗，世人皆知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你拿什么跟我斗？是不是花将军不敢啊？
我怕，我只是觉得跟你斗，我胜之不武罢。若你真的这么急着丢脸，那我便陪你玩玩。若是我赢了，今日你不光要与我退婚，日后见了我花兰儿，还要退步三礼。好，若是我赢了，你花兰儿便昭告天下，说你花兰儿不如我萧晨。好，若你赢了我，我便什么都依你的。 既然大家同为护国神将，那便以战场做题如何？好，既然你花将军同意，那么就你先来，不然等着花将军输了，传出去，说我萧某人欺负你一件女子，那你接好了。天涯尽处无征战，兵器鞘围日月光。好诗，花将军不愧是我龙国第一战神，文武简直天下一绝。萧晨。 到你了，还不快对？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什么？萧晨，你这诗词从哪抄的？抄？我萧晨何谢于成？怎么？花将军这句你对不上来吗？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我师。 你，萧晨，若你真能有如此气魄，当初为什么会出卖十万龙神君独自苟活？原来世人皆说我萧晨是贪生怕死之辈，为了活命竟出卖兄弟。当初大战失败，十万人皆为灰飞，唯独你活了下来，这足以说明了一切。好了，花将军，今日文斗一事是你输了，至于其他的。 我不想跟你过多解释。萧晨，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你这种人？什么？不服？泽国江山入战图，声名何计乐樵苏。平君墨画封侯氏，一将功成万古枯。此句，你能否答得上来？一将功成万古枯，好诗，好诗，凭此句，足以做千古绝句。 怎么了，花将军？你愿赌却不服输，算哪门子英雄豪杰？若是此事真是你所做，便当是我输了。我说过了，我萧晨一生光明磊落，何来抄袭？我之前是打了一场败仗，但此次回来绝不是为了苟活。我定会让那些坑害我数十万将士悉数奉还，告诉那些诸国列邦，总有一天。 我会带着那些亡魂卷土重来，用他们的头颅祭我龙骑。好，萧晨，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今日我便愿赌服输，这婚便不退了。等等，既然花将军想要退婚，那我便同意你退。不过你要记住，此次退婚是我萧晨退你花兰儿的婚。纵使你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是我萧晨退你花兰儿的婚。 萧晨，我定会让你后悔。我们走。哎，花将军莫急，花将军乃是精忠报国的巾帼英雄。嗨，小的岂能容忍萧晨这小儿如此羞辱将军？将军且看我如何教训这小儿。嗨，萧王爷，别来无恙。 王富贵，你这个时候来我萧王府要债，是不是不合时宜？萧晨，凭你之前是个王爷，我才让你跟我同坐一张桌子，不然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也配叫我王富贵的名字？花将军今日也在，就做个凭证。你欠我的那三万两银子，也该还了吧？嗯。 没想到你这个废物不光败光了家底，还管王富贵借了三万两。看来这三年里，你纸醉金迷的生活过得倒是潇洒。不过我可提醒你一句，按照龙国律法，若是欠债没钱还，就得用同等的物件抵押。我知道，这天底下就没有欠债不还钱的道理。既然人家都上门口要了，哪还有不还的道理？好。
这个呢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哈哈，目的是为了免得你动什么歪心思。所以说你刚才说的最好是真的。这是徐七的手，你们竟然敢对萧王府的人下手。这只是开胃小菜，如果你今天把钱还还不上的话，不光是徐七的命，就连你萧王爷的双手也保不住。钱我还，不过要给我一炷香的。一炷香？萧晨，萧王府的老鼠都搬家了，我倒要看看你如何在这一炷香内拿出3万两黄金。人家凭着王爷的身份去要一炷香的饭，哎，说不定就有哪个有钱的贵人就赏他了。姓萧的，今日我们能来呢就一定要把钱要回去，你要还不上呢就留下一条胳膊一条腿。各位，我萧晨向来说一不二，给我一炷香的时间，我还你黄金6万。萧晨啊萧晨，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竟然敢口出如此狂言，开口就是6万两。给我一炷香的时间，6万两黄金双手，如果不能，我萧晨的这双手脚外加这座萧王府一定用来抵住。好，我就给你一炷香的时间，如若还不上的话，你这萧王府跟你的手脚我可就收下了。咱们王府可真的没有6万两的黄金呐。放心吧，安排吧。各位请跟我观看神器吧。姓萧的，你带我们出来干什么？难道这儿还有金子不成？拖延时间罢了，谁知道这个废物在耍什么花招。不错，这些量应该是够了。萧晨，你拿这些炸药做什么？莫非你要与我们同归于尽？各位看着就好了。萧晨，你要是一死拿什么还账啊？王富贵，你的钱我萧晨必会还账。好，萧晨，你要是还不上的话定要付出代价。好一个一将功成万骨枯，没想到萧晨这个粗莽武夫在文采上竟然赢了花将军，还敢当众退婚。萧晨，这3年在萧王府你到底在密谋什么？报陛下，萧王爷好像得了失心疯，执意要炸掉萧王府后山。什么？他疯了不成？萧晨，这一炷香的时间已到，你山也炸了，这钱怎么还没见着？萧晨，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急什么？等一会儿。你他妈是不是在耍我？不对，这废墟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发光。王爷，神了神了，这王府后山竟有一座宝库，清点下来足有黄金30万两，白银100余万两，绫罗绸缎珍宝无数。怎么样，我萧晨说话是不是算数啊？这怎么可能呢？萧王府不是已经穷途末路了吗？怎么可能还会有这么多财产？是啊，这。这个就叫做科技的力量。科技？还好东西都还在。古代的金矿应该随便开采的。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派上用场。我去。哎呀，其实我早就知道这下面有金子，本来学子慢慢挖的，这下可好，我还得重修。王爷，您简直是神了，竟有如此能耐。小王啊，那这3万两黄金算是还你的。还有小王啊，以后做人低调点，我他妈比你有钱。哎，你还有徐七明天早上给我送回萧府，少一根汗毛我都让你驾背奉还。
可能。萧晨，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财产？小赵，你瞅瞅给孩子气的，这些钱呢，就相当于给你买糖吃。这花将军也是当了半天见证人，不能让人家白忙活，对不对？哎，萧晨，那边炸的还不够到位啊！竟敢拿三个铜板来侮辱我！都给我炸！就是，花将军，怎么着也得拿个元宝嘛！滚！哎呦！这个萧晨竟然敢戏耍我，混蛋，我肯定跟你没完！怎么回事？报将军，萧王爷买下了咱将军府的一整条街，听说要搞什么改革创新，弄一条商业街，现在还要搞什么拆迁？什么？萧晨把这一整条街都买下来了？你是找本王吗？你这个废物来得正好，本将军问你，你搞那个什么商业街，什么拆迁，到底要干什么？当然是赚钱啊。不然你以为本王钱多随便挥霍吗？你这个纨绔消息。哎，花将军莫要动怒嘛，我此次前来是给将军送钱来了。花将军，这十万两黄金够买下你整个将军府。十万两黄金？嗯，小小之徒，将军府岂容你践踏。登徒子，将军莫慌，我并不是有意刁难将军的，此次前来我是为了给将军排忧解难的。你这话是何意？我知道将军军需紧缺，特意送黄金万两作为交换，住进你将军府，受你花将军保护。你也知道我萧府破败，武功全废，你花将军如此善良大度，鄙人这点小小的要求，将军不会不肯吧？将军，这十万两实在是可解燃眉之急啊！如今这萧晨武功全废，谅他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好，既然你开口相求，本将军便暂且答应。只不过，若是你再敢对本将军无礼，本将军就砍断你的双手。悉听尊便。萧晨那个废人最近行事怪异，不知是否有高人辅佐于他。这次刺杀狗皇帝失败一事，是萧晨那个废物搞的鬼。三年前老夫能让他身败名裂，现在老夫同样能让他死于葬身之地。这鸟儿突然叫我干嘛？难道那夜还没够？萧王爷，别来无恙啊。这几日陛下精神焕发，想必是服下了某些仙药。正好本王这几日寻求了一些宝贝，特此献给陛下。这个混蛋是在暗示朕那日所发生的事情吗？宝物并不重要，但朕好奇的是，萧王爷这三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如何从一个匆忙武夫变成一个出口成章的才子？这要我怎么说？难道说是从未来穿越回来，觉醒了前世的记忆？啊，陛下，本王武功全废，如同一个废人，但依旧怀着我龙国天下之心，所以这三年来，本王饱读诗书，刻苦学习，日后就是想给陛下分忧，把我龙国一统天下。既然萧王爷如此心系天下，那这次的比文斗武
就由萧王爷出面。此次两国相会，我方各压了十座城池，可是萧王爷刚刚大病初愈，恐怕难以担负重任，不如就让花将军代表我龙国如何？毕竟花将军文武全才，是我国的护国神将。陛下，花将军固然是文武双全，可听闻此次元国可是派出了诗仙、武神两位巅峰，而那花将军好像前不久刚刚还输给了萧王爷，您确定是要花将军出面吗？萧王爷，你这般推辞难道是怕了？你曾经也是我龙国的不败战神啊，那诸国列强哪个见了你不闻风丧胆？萧王爷不会是怕了曾经的手下败将，吓破了胆吧？妈的，这个娘们真会阴人，这明显就是个死局，退则成了懦夫，人人耻笑，进则必死无疑。那诗仙还好说，可武神就连当初的我对象都是险胜半招。怎么，萧将军，这三年来你真的甘心做一个废物，甘心被全天下的人指着你的鼻子看不起你？皇后娘娘，我看您是误会了，我萧晨纵使天生一身傲骨，别说区区一个元武，就算我龙国无一兵一卒，我萧晨也从来不惧怕。好，那这次两国相会便由萧王爷一人宴宴，我想陛下也没有什么意见。本次两国相会臣就应下，臣还说过，既然要赢就要赢得漂亮，让这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龙国有我萧晨在，就没有人可以造次。萧王爷好大的口气，你这么说就不怕被打脸吗？如果在陛下面前说到做不到的话，那就是欺君之罪，是要诛九族的。本王说过，我不光要赢，还要赢得漂亮，而且我还跟向陛下保证，如果此次我萧晨未能拿下此局，便砍下自己的头颅，向全天下的人谢罪。好，萧王爷不愧是名臣之后，既然这么说了，那便这么定下了。此物简直是天下罕有。皇后娘娘，此物名为黑丝，乃天然蚕丝编制而成，需要耗时1000时才能制作完。陛下，这个黑丝……萧王爷的心意本宫心领了。真他妈不要脸啊。朕有些累了，你先下去吧。陛下，这礼物被抢走了。这混账东西，把持朝政不说，现在要替朕做决定了。总有一天，朕要叫张家满门抄斩。哎，陛下息怒吧。那个，我有一件事儿想要问问你。你问吧。就是你们两个女人是怎么同房的？朕每日日理万机，哪有时间寻欢作乐？况且也就是这个借口能帮我省去很多麻烦。哦，原来是个老处女啊，怪不得一脸寡妇相，这一辈子活寡可有的受的。萧晨，虽然你与朕发生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朕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但是朕还是要劝告你一句，如果对上元国的人，你可绝无生机，更何况你还坑杀了他们十万大军，他们把你可当作杀父仇人。陛下，这你就姑且放心，臣既然答应了就一定会做。萧晨，你还是这般自大，你知不知道这世上除了朕无不一人想要杀你，要不是三年前燕儿，我知道三年前是你救的我，
太饥渴了，腰都差点断了。废物，跟我决斗！我去，你疯了吧？好端端的，跟你决斗干什么？就是要跟你决斗，你要是输了，就把这次两国相会的代表名额让给我。哎呦喂，小娘们，你可别忘了，你刚收了我10万两黄金，你怎么没做我的贴身保镖啊？混账！当初我们是军需物资匮乏，又信了你这张假惺惺的嘴脸，现在又岂会容你在我将军府造次？好好好，既然你这么想决斗，那我就依你。不过，你要是输了，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不论多过分，你都得答应。萧晨，你别太过分。既然你自己不愿意，那本王就洗洗睡了。好，我答应你。但你要是输了，就把这次的名额让给我，不然凭借你这个废物，如若是去了，也必死无疑。好啊，既然你这么执着，那我就答应你。不过，为了防止别人说我坏话，我一个萧王爷欺负你一介女流之，那么我就让你三招，怎么样？一个废物竟然口出如此狂言，不过也好，那我便不用内力与你搏斗，好好挫挫你的锐气。那你就放马过来吧。第一招了啊！流氓，看我不收拾你！花将军这是干嘛？难道是被本王帅气的迷人外表过来投怀送抱了吗？个流氓，放开我！害羞了。花将军常年在军中操劳各项事业，想必很久没尝过男人的滋味了吧？我要干什么？花将军难道心里没有点数吗？我认输。好，之前答应我的事情，可要记得。嗯、好。有了这个秘密武器，我还怕他什么武神啊？只要有足够的黄金，就可以大批量生产，到时候老子还怕大仇不报。你干什么呢？这是什么？不会你叫本将军给你找铁匠，就是弄这么个破铁吧？你懂什么？这个可是我的秘密武器，专门对付武神用。就是个破东西能对付武神？看来啊，你真的是病入膏肓了。你且看着就是了。对了，我叫你办的其他事情，可都办妥当了吗？已经在查了，不过本将军还是有些好奇，你为何会收集3年前所有的军报？做好自己的事情，别的不要管。不说就算了，反正你对上武神也是必死无疑，本将军就当满足你临死前的愿望吧。猫捉老鼠的游戏罢了，我倒是要看看，这盘事关苍生的大局，到底谁会赢。元国六公主陈圆圆参见陛下。平身，此次两国相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龙国与你元国各出10座城池作为赌注，来作为文武斗的彩头。不知元国可有觉得不妥？陛下，既然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那不如这10座城池直接送给我元国算了。哦，那六公主的意思是？我的意思当然是你龙国无人，与我元国相比，简直就是浪费我元国时间了。荒谬！你元国此话，岂不是笑话我龙国无人？可莫要忘了，你元国不过是我龙国附属国罢了。众所周知，你们龙国曾经虽然是第一大国，可那是因为有10万龙神君。那如今呢？你们现在龙国有什么？如今是有一个打了败仗废物萧晨，还是有一个废物将军？所以陛下，我说这些也是出自好意，我还是劝龙国，要是真拿这10座城池来做赌注的话，那还不如送给我元国算了，不然到时候你们输了，传出去真让人笑话。哦，你元国的意思是肯定稳赢我龙国不成？早在1个月前，我元国的文圣和武神来到你们龙国挑战你们的高手，结果
没有一个人能赢得过我袁国的二人。陛下，我看这场比试就没有必要举行了。毕竟你龙国白送我国十座城池，还能与我袁国建立醇厚的友谊。六公主，我萧晨未死，谁敢说我龙国无人？你这废物，不在家里待着，来这里做什么？是啊，还嫌三年前丢人丢的不够吗？这个时候出面，简直就是自取其辱。陛下，微臣先前有事耽误了些时辰，来的还不算晚吗？不晚，萧王来的正是时候。这就是传说中的废柴王爷。怎么，你现在不去找女人找乐子，来这儿凑什么热闹？我来当然是代替我龙国与你袁国比文斗武。什么？他萧晨出面代替我龙国参加比试，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吧。陛下，臣花兰儿请求陛下批准，让臣代替萧王爷对战援兵。是啊，陛下，这萧晨不过是一介废物，而袁国却是文圣啊。若执意让这废物代替我国参加比试，怕是没有半点胜算呢。臣附议，若让萧晨出战，老臣便一头撞死在这金銮殿上，不然我龙国的十座城池岂不是要白白送出？臣等附议，此事还望陛下三思。陛下，这些老废物们说的对啊，还是让花将军来出面吧，不然啊，你这个废物比斗，简直就是丢我们袁国的脸啊。既然各位说本王废物，那本王今日就要与你们这些大臣好好算一算。七年前我龙国叛乱，是谁率领了十万铁骑平定了叛乱，还我龙国一方太平？六年前诸国围攻我龙国时，那时国破山河亡，又是谁以一己之力平定了叛乱，保尔等的名权富贵？怎么，各位都答不上来了吗？那本王可就要继续说了。护我龙国疆土者是本王，平定叛乱者也是本王，本王为龙族流过血，立过功，反而是尔等，平日在朝堂里一直闲言碎语不说，平日更是奢华无度欺压百姓，说本王是废物，那尔等是什么？连废物都不如的猪狗吗？萧晨，你太过分了，你公然在朝堂上辱骂我等，这分明是不把皇后娘娘放在眼里，不把陛下放在眼里。派遣萧王出面是本宫与陛下的意思，各位难道还有什么异议吗？公主殿下，那本王就让你看看我这个臭名昭著的废物是怎么赢你袁国文圣和武神的。好，那既然这样，咱们来做个赌注如何？好啊，公主殿下，但说无妨。萧王爷果然痛快，今日萧王爷若是输了，就跟本公主一起回到袁国做三个月奴仆，并且要在袁国面前跪下，说你们龙国不败战神就是一条狗。没问题，若是我龙国赢了，你要将以往赢我龙国的土地全部归还回来，并附加城池十座，而且在这朝堂之上要叫我三声好相公。你简直是流氓。怎么，公主殿下难道怕了吗？怕？本公主怎么可能会怕你这个废物？难道你不会真以为你会赢的吧？我就怕到时候你们输了又耍赖说我们袁国欺负人。既然如此，我们比比算数。什么算数？你不会不知道我袁国的文圣算术排名全国第三吧？狂妄之辈，老夫不管是算术还是对时都是天下一流，凡你萧王爷只是一介狂妄武夫罢了，又怎配与老夫相提并论？你袁国别高兴得太早，萧王爷这三年来好歹也是饱读诗书，前些日子更是说出了千古绝句。千古绝句？口气也太大了吧，以本圣所看就是我国孩童的水平，到你们龙国都是万古名词了。我知道你文圣，算术乃天下第一，本王正好想与你比试一番，让你知道什么叫做人外有人，天外有人。好，老夫教你如何学会做人的谦卑，在这朝堂之上，你我各给对方出一道题如何？快些吧，本王一会儿还有事情。
萧王爷，你要答不上来，就趁早认输算了，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这确定不是文胜在侮辱我的智商吗？老子上初中的时候就玩转着玩意儿了，好吧？你们袁国就给本王出这么简单的题，未免也太看不起本王了吧？你说什么？这么简单的东西，连三岁小孩都能答得出来。你们说，你们竟然要花上两天的时间，真是笑死本王了。这么快就做出来了？绝对不可能，这题文胜都要花上两天时间才能够完成，这废物怎么可能这么快？你作弊？不对，你是不是瞎答的？文胜，你快来看看这道题做的对不对。小王爷大才也，大才也啊，以复杂程度，就是举我袁国全国才子之力，也纵然要我数年才能解开啊。今日我见识到了何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呀。朕就知道你还有后手。文胜，你是不是糊涂了？这怎么可能是真的？一个废物怎么可能做出如此复杂的题目？不过都是些小儿科罢了。怎么样，今天的比文是不是我赢了？一定是文胜没有发挥。公主殿下，此次文斗是小老儿输了，小王爷乃是大才，我不配与之匹敌啊。好，这局就算你们龙国赢了。好好好，既然六公主都这么说了，那我龙国便不再谦虚，此次文斗龙国胜。不过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三日之后还有比武，到时候我袁国必胜，一定会赢回我的脸面。等等，六公主，难道你忘了吗？若是本王赢下这场比赛，你就在这朝堂之上喊我三声好相公。萧晨，你别太得意忘形了。怎么，你堂堂的一国六公主想赖账吗？这要是传出去，那可就不好听了。放屁，本公主绝对不会赖账。那你还等什么？赶紧叫啊。好相公。大点声，我听不见。好相公，好相公，好相公。好娘子，为夫便不送了啊。今日可真是痛快啊。我龙国在文斗上可是大放光彩。陛下，这些不过都是萧晨这流氓用的下流手段吧。臣觉得还是要让臣出面才对，不然以萧王爷如今的武功，三日后对上武神肯定是必死无疑。这就不劳您费心了，对付这小小的武神本王自有办法。偷奸耍滑，萧王的本事朕心中有数，不过你今日虽然大放光彩，但也却把满朝文武都得罪了个遍了。哼，萧晨竟然能有如此文采，看来老夫猜想的没错，此人万万不能活在世上。爹，这不过是打败了区区一个文胜罢了，你又何须如此忌惮？而且如今武斗在即，这萧晨离死期不也是不远了吗？张家大业在即，怎敢出半点差错？此人不除，为父便是寝食难安呢。不过婉儿，你与陛下这么多年，为何还迟迟怀不上龙种啊？我虽为皇后，但这么多年皇上日理万机，整日操劳，我与陛下却从未同过一次房。而且我怀疑陛下是女儿身。陛下，今日我袁国武神已到，你们的萧王爷怎么还不来？不会是听到武神的名头是吓破了胆了吧？不过也对，这二人曾经有些过节，他要是敢来赴约，那不就是自投罗网了吗？来人！陛下，萧晨人在何处？在做什么？萧王说今天与武神比武，百年难得一遇，便开设了赌局，与众位大臣开始对赌。各位韭菜们，下注了。你们是不是想看
我怎么被武神打死的？赶紧下注，错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老夫忍不了了，老夫这次把棺材板都下里面，就压你会被武神打死。这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没下的赶紧下，错过了可就真没机会了，赶紧下啊！输，压你输，输。什么？混账东西，竟然此等日子开设赌局，还有这些大臣是怎么想的？竟然陪着他胡闹！陛下，众大臣先前也是不肯，只因萧王骂了众大臣足有半个时辰，众大臣实在没辙。反了，反了，真是反了！好你个萧晨，朕一定惩治你！谁啊？萧晨，你竟然不与武神比武，在这儿搞什么？尔等还不退下！哎，陛下，我这不是跟咱朝中的大臣玩得愉快吗？哟，花将军和好娘子也在啊，怎么，你们也要赌上一番吗？本将军不愿与死人对话，晦气。姓萧的，那天的事你竟敢再提？好，你喜欢赌是吧？行，本公主今日就陪你一起赌，你要是没有被武神打死，那本公主就留在你身边当仆从。好啊，那公主殿下就好好学学怎么伺候人。打死这个废物！打死废物！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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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粉丝朋友们，今天看本王如何教训这小小的武神。萧晨，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毕竟我们也是老友相聚，本王怎么能够守约呢？如今的你就是个废物，还敢站在我面前，是不怕死吗？本王从来不怕死，怎么你就这么有信心能够吃定我吗？以前你我虽是生死之敌，可如今你武功尽失，不过是个废物吧，而我这三年来早已今非昔比。赵天，你别忘了，你好像从来没有赢过我。那是以前，现在本武神是名副其实的绝世第一高手，你说你有什么资格跟本武神斗？你有什么资格跟本武神斗？陛下还不知道吧，我元国武神如今是第一高手，这萧晨三年前险胜半招，三年后武功尽失，要怎配跟武神相比？公主，恐怕你还不知道吧，我方萧王爷早就准备了秘密武器对付你们元国的武神，此次武斗我龙国可是稳操胜券。赵天，你可认识此物吗？哈哈，这不就是个破铁棍子吗？怎么，你还想拿这个破玩意儿来跟我打？陛下，你没开玩笑吧？就这一个破铁棍竟然能对付我们元国，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这个萧晨又在搞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不是说好的秘密武器吗？你未免也太小看本王了，如今的你连被本神看在眼里的资格都没有。你不需要把本王放在眼里，你只需要将此物放在眼里就行。他们说你傻了，看来是真的，就想拿个破铁棍跟我打。那我有一件事情还是很好奇。那我就让你去进地狱吧。严严，你说你装什么逼啊？看来这七步之外还是枪快，这七步之内这枪是又准又快啊。这孙子作弊，老夫几代人的家底啊都收进去了。来人，把他俩给我拖下去。混账，这个废物竟然作弊。那就多谢元国李宋的城池，朕笑纳了。哎呀，这次所得的钱财应该足够我打造一支战无不胜的特种部队，到时候只要揪出在背后害我的，我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过完下半辈子。你别太得意，这朝堂之上已经不是你一手遮天的时候了。各位，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们今天这样完全就是当初贪心导致的，跟我可没有半点关系。再说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你萧晨，本公主愿赌服输，就暂且留在你府内了。好啊，那公主殿下日后可是要对本王言听计从，不然本王可是会惩罚你的哟。萧晨，你可别太过分啊。公主殿下，有仆从这么跟主人说话的吗？记住，你只是本王的仆从，本王想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好，那本公主也要跟你说清楚了，你要是让我做一些什么下流的事情，本公主绝对不会答应你。你放心吧，本王对你这种发育不健全的妹子是没有一点兴趣。这样吧，你先给本王捏捏肩就行。萧王，跟我走一趟，陛下要见你。我还没爽够呢。贱人，贱人，当真是命大，嘴上武神都没死，还有那个什么破铁，威力竟然如此之大。可怜老夫，足足在这个贱人身上下了百万两黄金的咒啊。我也没有想到萧晨那个废物竟然有如此厉害的武器，看来此子不得不处死。现在又是如日中天，手里还有那么厉害的武器，竟然连武神都不是他的对手。如若老夫猜测的没错，他现在疯狂往自己手里捞银两，恐怕就是要再打造一支龙神军吧。爹爹，你可曾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怀疑陛下是女儿身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请陛下今晚侍寝的事情。如果陛下是女儿身，那我们就散播消息说他堂堂龙国皇帝与萧晨通奸鬼混，即使看他的皇位还保不保得住。陛下，你今晚让我跟皇后那个老女人圆房。没错，皇后再三要求要与朕同房，朕已推脱多次，但是我一再推脱的话，恐怕皇后会起疑心，所以还是你替朕前去。啊，陛下，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唉，朕虽然是皇上，但实权并不多，尤其是你三年前那场大败，我与皇后的势力相互制衡，但如果让皇后知道朕是女儿身的话，那我京师的江山就……所以只要你替朕前去，让皇后怀了龙子。陛下，这可以倒是可以，关键是皇后这个老女人关了灯认不出我。可是陛下，那这个声音怎么办啊？无妨，朕今晚陪你同去。公主，你独自留在龙国是不是太过危险了？如今这个情况，两国可能随时都会……你不必多说了，你先回去跟父皇汇报消息，同时暗中调兵，等三个月后列国比宝大会结束，听命开战。嗯，这私旨当真是极好，若是日后我得到了你江家的江山，一定要抓住萧晨，给我教教这物到底是如何制作的。陛下，你说我好歹也算你男人，现在你让我去跟别的女人那个，难道一点都不生气？混账东西，再敢多嘴割掉你的舌头。好好好，我去。陛下，你怎么才来？怎么还站在那里？快到臣妾怀里来呀、啊！
陛下，虽然我们是第一次同房，但是毕竟也是这么多年的夫妻了，你又何必害羞？陛下，你知不知道，我已经想要你很久了。还真没看出来，这个老女人平日里冷冰冰的，背地里竟然这么浪。这么急？难道陛下是女儿身之事，是我猜错了？我操！好的，等等，不对。萧晨。陛下，天色还尚早，不如再多来几次。朕还有事要处理。啊！太吓人了，昨晚折腾那么多次都喂不饱。哎呦，我的腰！混账萧晨，昨日你去哪儿了？公主殿下，我一个大男人夜不归宿，你觉得我会去哪里啊？你一个纨绔子弟，竟然在本公主来的时候还要去摇楼，你这也太不把本公主当回事了吧。公主殿下，你要本王说多少遍，你只不过是本王的一个婢女罢了，本王做什么事情还需要向你一个婢女汇报吗？就算本公主答应当你的婢女，可我在你们龙国也算是贵客啊，怎么你还真把我当仆人了？你看什么？跟我来。这公主果然是公主啊，聪慧过人，这才一个上午就学会了怎么服侍本王。你个登徒子，竟然让本公主穿这么羞辱的服饰，简直就是折辱。这登徒子也是你叫的吗？赶紧说，应该叫本王什么？不说的话，本王可要罚你没有晚饭吃了。主人。这就对了嘛。你作为仆从就应该有仆从的觉悟，这岂不是乱了主仆的尊卑吗？你给本公主等着，不会让你好受的。哟，萧王真是好享受，竟然玩得这么花。怎么，你也想加入吗？做你的春秋大梦吧。陛下传你，随我来吧。陛下，不知道今日召唤臣过来有何要事？萧晨，这次比赛你帮我国拿了第一，说吧，要什么奖赏？奖赏？如今虽是家财万贯，可却还需要大量的黄金来打造装备武器，不然这个仇可就没时候没报。陛下，臣这一生没有别的爱好，只唯独爱黄金，若是可以的话，奖励臣180万两黄金倒是可以。近几年来国库亏空，这哪有黄金给你？这样吧，三个月后列国来我龙国参加比宝大赛，不如你来主持如何？比宝大会？看起来油水真是挺高的。比宝大会云集这世间所有的传奇瑰宝，萧爱卿，这可是门好差事啊。好差事是好差事，可微臣听起来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吧。今年我龙国比文斗武拿了第一，那这比宝大赛一定要拿第一。萧晨，如果你把此事办砸了，朕不会轻饶你。好吧，既然陛下都这么说了，那臣也只能领命了。那就这么定了。这事儿若操办得好，到时候我还能开个拍卖会借机割韭菜。陛下且慢，陛下，比宝之事非同小可，臣妾觉得还是让臣妾的子侄张龙操办比较稳妥。皇后，萧晨赢了比赛，这差事该由萧晨担任，
和其他人横插一脚。可陛下怕是不知道，萧晨此人不光将这满朝大臣都得罪了遍，还将这元国公主当个仆从一样使，可见此人贪财好色，人品道德败坏，让他担此等大人，本后怎能放心？陛下，老臣附议，萧王人品极差，这诸国比宝大会理应另选他人。臣附议应另选他人。这老娘是觉得油水多，就让他自己人顶上。他妈的，早知道那天晚上多来几次。皇后，萧晨人品朕心中有数，况且以萧王的能力，朕相信他会办得风风光光且史无前例。能力？萧晨不过就是个废物吧，能有什么能力？陛下，臣妾的子侄张龙文韬武略，不仅刚从海外留学归来，而且还拜在了鬼牙先生门下，不比萧晨这废物强上百倍，臣妾觉得还是让他操办更为稳妥。鬼牙先生，这不是纵横家那位隐士高人吗？纵者和弱攻强，横者持强攻弱，纵横一出乱世起，没想到我龙国竟然还有纵横传人。陛下，这萧晨算什么废物，也配操办此等大事？不如将此事交给臣，臣做的定会比他强千倍万倍。纵横家，好，今日遇见，本王就好好与你这个纵横传人试一试。哼，跟我比你配吗？就是萧晨与我那子侄相比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有什么资格提比斗一下？朕觉得萧王提议不错，既然二人都想谋此差事，不如比一番，谁赢了谁来。好啊，那我就和你比一番，但是啊，我有一个条件。但说无妨，如果你要是输了的话，就给我跪下磕三个响头，并且从我胯下钻过去。好，那本王答应，不过还差点意思。你这个废物还想怎样？本王不光答应你的条件，本王还附加一条，若是你赢了，本王人头奉上，若是你输了，日后见到本王必须要三叩九拜，并声称本王的祖先。你好啊，你这萧晨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好，凑巧我龙国青州正在闹蝗灾，不妨让他二人比试一下，谁能解决我青州的蝗灾问题，也算是为我龙国的子民排忧解难。蝗灾是种天灾，岂能人力所为？不如换个比法。臣答应，就比谁能解决这蝗灾问题。这蝗灾自我龙国建国以来便从未得到解决，你这废物又有什么底气答应？你不说你周游列国了吗？怎么区区一个蝗灾问题把你难住？难？不过我觉得是对你这个废物来说难，对于我来说，我只需要区区两个月的时间便可解决。陛下，那本王只需要七日便可解决这蝗灾问题，如若不能，人头奉上。萧王爷真是好气魄，不光与纵横传人比斗，还扬言要七日内解决蝗灾，可当真是不怕说大话掉脑袋。花将军这个消息好灵通啊。这倒不是本将军消息灵通，是皇后早就派人散布消息，说你萧王要在七日内解决掉青州蝗灾，不然就自刎谢罪。哎呀，这该说不说，萧王就是萧王，这都摆明了给别人弄死自己的机会。萧晨，你也太有趣了吧，不说纵横传人的分量，单说张清婉，他在后宫权力之大，你竟还要与他的侄子抢夺。更可笑的是还说出如此大话，七日解决蝗灾，你就怕连圣人在世都不敢说吧？怎么，花将军与公主都不相信本王七日之内能解决这蝗灾问题？你要是七日内能解决蝗灾，我陈圆圆就嫁你当你小妾。赞同，若是你七日内就能解决掉蝗灾，本将军给你当小妾也未尝不可。好，一言为定。
三日之内召集全国所有民众，本王这就让你们开开眼。萧晨这个废物坑了老夫百万两黄金，现在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大人，这不是刚好省了咱们去找那废物的麻烦了不是？爷爷，我就不明白了，他一个废物，我们这么处心积虑对付他干嘛？是不是有点太小题大做了？你懂什么？萧晨此人三年前可是让天下诸国闻风丧胆，虽是后来颓废，但如今又再起事端，恐不是心中有什么谋划，再或者就是他已经知道三年前的事是我张家所为。爷爷，他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如今我已经习得了纵横之术，不管是谋略还是才华都已经远超于他。此人不除，恐我张家一日不能进行大业。他不是要扬言要七日解决蝗灾吗？那我们就在他之前解决，到时这天下民心自然就心系我张家了。难道三年前致使我大军湮灭的人是张家？萧晨，你总是让本将军给你查这些没有用的消息做什么？现在不是更应该关心张家的举动吗？张家，是时候关心关心张家。萧晨，你在嘀咕什么呢？现在那位纵横传人已经开始行动了，而且篝火诱杀术已经有了不错的效果。篝火诱杀，这个不是我想的办法。白日挖沟，晚间用篝火引诱至坑中埋沙，这个张龙不愧是纵横传人。那你岂不是死定了？那倒也未必，此办法虽然可行，但是效果不佳，此举也只能是本王的下策之举罢。各位，如今蝗灾四起，我张家今日广发粮仓，为的就是普度天下众生。公子果然大义。公子大义。公子大义。真是我龙国之幸啊。那是我家公子啊，不仅有经世之才能，更有容天下人之量。相反的萧晨啊，扬言七日要破除这蝗灾，哼，现在啊不知躲在哪里吃喝玩乐呢。萧晨他就是个废人，他扬言要和公子你比，这怎么可能？那怎么能比？比不了。其实与这废物一时比高低又能有何用呢？我现在心里所想的就是让我们龙国的百姓吃好喝好，这样我们才能国泰民安。公子大义，有如此心胸乃是我龙国之福啊。是龙国之福。龙国之福。诸位诸位，瞧过来看一看啊。本王知晓如今天灾泛滥，人心惶惶，蝗虫泛滥也不是什么坏事，而是我龙国的吉祥之兆。妖言惑众，什么祥瑞？这蝗虫肆意啃食我们庄稼，怕是不到秋收就会血本无归了。就是，萧晨，你简直满口胡言，我看是你无力解决这蝗虫之灾，硬说是什么祥瑞，你可真是个废物。各位，所言非虚，信不信请看此物。怎么，你说的解决办法是让大家来看蝗虫吗？别急，这个蝗虫可是个好东西。你搞什么鬼啊，居然将此等灾害之物油炸示众。嘿嘿，王爷，该说不说，这个闻着还挺香的。萧晨，你将此等灾害之物带到大街上是想引起民愤吗？什么东西？对啊，什么东西？诸位别急，本王拿出此物不是让你们过来看。不是用来看的，那是用来干什么的？难道是用来吃的吗？对，就是拿来吃。什么？你安的什么心？竟让我等吃这种污秽之物？就是能吃吗？要吃虫子吗？安静安静，诸位，你们不要这么封建迷信好不好？能不能吃本王说了算。你说了算？那你告诉我，我们吃了这种东西如果引起瘟疫的话，
你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瘟疫，你知不知道这个蝗虫营养价值极高，而且经过一系列的高温煮炸之后会变得非常干净。一面之词谁能证明？而且此物非常难以下咽，更别说是吃了。王爷，好吃，好吃，好吃！啊，这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啊！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本王说过，此物是祥物，并非是什么天灾，只不过旁人之前没有见过这种东西，才会觉得此物是什么天灾降临。萧晨，快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做的？很简单，油炸一下，撒点盐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哎，王爷，此物真如他所言，这般好吃？嗯，本王准备了许多，今日在场的各位都方可品尝。还有，即日起，我龙国所有的百姓，只要捕捉到蝗虫来我萧府售卖，我萧府愿意出50文一斤去收购。这东西真有这么好吃吗？这怎么看都放不进嘴里啊。好不好吃，一试便知。好吃！没想到这让人畏惧了几百年的东西竟然如此美味，看来不是天灾，真的是祥瑞啊。诸位，本王就准备了这么多，再晚点可就没有了啊。哎，给我一点，给我的，给我一点。呸，恶心！本来我张家能借此机会一举拿下民心，现在千古绝策他都不用了，都跑去抓蝗虫了。我也没想到啊，这蝗虫不光能食用，而且口感和味道都是极佳。不过这次失利啊，确实是我们太小看萧晨了，居然在关键时刻反咬我一口。此人不除，我张家大业难成。现在看来也只能等到比宝大会结束之后再找机会除掉萧晨。萧王，告诉朕，你如何短短七日就解决了这蝗灾？陛下，这蝗虫虽然是害虫，但本身营养价值极高，经过油炸之后口感爽脆，而且臣在想，若是能把此物能食用的消息散播出去，然后再用重金收购，同时贩卖给全国，供全国使用。没错，这样一来转害为利，将蝗虫这种灾害变成可食用的美食，二来这蝗虫身价上涨，让全国民众来抓捕蝗虫，以此来换取银两，增加全国收入。这样短短几日，这蝗灾便解决了。不光如此，现在还有很多商贩已经开始饲养蝗虫，相信过不了多久，我龙国就能出现富国强民的壮举。好，萧王如此大才，是我龙国之幸。既然如此，诸国来我龙国比宝一事就交给萧王。皇后，此事没有什么意见了吧？陛下做的决定，臣妾哪敢有意见？再说，此事是萧王应得的。臣告退。等等，怎么？我去哪儿？你还要管？你去哪儿，本王自是管到。但是你别忘了，你我先前有赌约，应当履行承诺了。大胆！居然敢让我对你三叩九拜！你别忘了，我姑姑乃是当今皇后，我还是如今的纵横传人。天子犯法，应与庶民同罪。纵使你是皇室宗亲，也应当履行承诺。更何况你面对的是本王，即便你是天子，本王叫你跪你就得跪。信不信我让我姑姑现在斩了你的头？张龙，跪下履行承诺。跪下。好你个萧晨，怎么走这七日？这个萧晨竟然在七日内就解决了蝗灾，那本公主岂不是？不行，我堂堂元国公主怎么可能做妾？就是，我花兰儿好歹是护国战神，嫁给这个废物做妾，那本将军颜面何存？哎，
二位是在商讨如何给本王做妾的事情吗？萧晨，你想娶本公主做妾，这事你想都别想。哎，公主殿下，那这个做妾室的事情不是你们先答应本王的吗？那本王可没有强求。再说了，要是让全天下知道你们一个护国战神，一个元国公主是一个口说白话的人，那在本王眼里，全天下人都会耻笑我的。够了！什么够了？那本王说的不都是事实吗？再说了，那本王现在可是全国上下最靓的仔，要是有半点流言蜚语传出去，那指不定被某个说书先生改上八九十个版本，说个不停呢。好，本将军一定会履行承诺的，但是本将军坚决不做妾。本将军坚决不做妾。你呢？本公主也履行承诺，但是坚决不做妾，而且要回书一封告知我父王。白得俩老婆。萧晨，你是如何让六公主和花将军同时嫁给你的？那自然是臣英俊潇洒，才华横溢，武功盖世，被臣深深所吸引。纵使他英雄难过美人关，这美人何尝不是难过英雄关呢？瞧吧你这次说的，不就是娶了两个老婆而已，有什么好得意的？再说了，依朕看啊，你这两个老婆都极难把控，即使可有你受的。怎么，陛下是吃醋了？若是陛下愿意，我还是很想陛下到时候做我的大老婆的。荒唐，别以为与朕有过夫妻之实，朕就一定要嫁给你。莫要忘了，朕可是九五至尊，唯一的目的就是让百姓丰衣锦食。陛下，陛下，你这是怎么了？快去传太医。朕是怎么了？为何突然觉得有些恶心？陛下，臣不敢说。快说，不然本王砍了你的狗头。太医，但说无妨。陛下，此次诊脉的结果是陛下有喜了。什么？有喜了？庸医，这是皇帝，怎么可能有身孕？臣从医数十载，从未出现差错，这脉象分明就是喜脉，哪怕陛下要斩老臣这颗头颅，臣也不敢乱说啊。太医，想必你也知道朕的秘密了吧？陛下若是要杀臣，臣虽死无憾，臣请求陛下放过我的家人。太医啊，这陛下并非是滥杀无辜之人，但是为了我龙国的江山社稷，我希望你将此事能够烂在肚子里。陛下，王爷，此事臣自有分寸，等日后陛下将腹中胎儿诞下，臣便退出朝堂，此生不出现在龙国境内。好，等此事结束，朕亲自送你出龙国。谢陛下。混账，如果不是你，我怎么会？燕儿，你这可不能怪我，那日可是你先主动。你还说，如今朝堂之上张家势力庞大，我本就难以制衡，现在我还有这个累赘，你说让我该怎么活啊？别怕，有我在呢，这小小的张家何足挂齿啊？要不是当初我冒着生命危险把你从那边救回来，你还能活到今天？更何况那时候你有十万龙神君，而现在你又有什么？燕儿，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拼尽全力的保护你跟孩子的。萧晨，现如今你连背后害你的人是谁都不知道，三年前如果不是我，你早就被人杀死了。背后陷害我的人是张家。你怎么知道？当日你在皇宫遇刺的时候，我就开始托付花将军开始侦办了，只不过张家保密做得极好，若不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也不敢肯定。知道又能怎么样？三年前的你武功盖世，又有十万龙神军，但还是敌不过张家。而现在张家无论在朝中、军中、后宫都势力无数，稍有差池就给他们造反的机会。可是三年前的事情跟现在不一样了。对，三年后的今天，你娱乐朝堂，贪财无数，如今的你又如贪官一般。燕儿，你错了，三年前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些日子以来
我一直在筹备黄金，便在暗中谋划。谋划？没错，贼兵变起，我便平天下。平天下？你拿什么平天下？你的龙神军早就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了。燕儿，你放心，等此次比宝大会结束，我便还你一支比三年前更厉害的龙神军。萧晨啊萧晨，你脑袋怎么这么愚钝，早就应该联想到张家才能。萧晨。怎么，我的好老婆，现在想清楚不做本王的妻子改做妾了吗？混账，你还想着让本公主做妾这事儿？可告诉你，你做梦都不许想。那你沮丧个脸干什么？哎，你不是应该跟花兰儿那个母老虎一起商量着如何拜堂成亲一事吧？我来是想说，我父王不同意我们成亲一事，而且他正在赶往龙国，若我要是不回去，他就要攻打龙国。什么？你说你元国要攻打我龙国？萧晨，近年来龙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更是摩擦不断，而如今我猜想父王的意思就是来龙国便找借口直接攻打龙国。我龙国虽说有花将军作为护国神将，但兵力依旧很弱，是为进攻绝佳的机会。你说你作为元国公主理应向着元国才是，这等心密跟我说什么？还是说你在谋划什么？你个没良心的，本公主不忍心你去死，而且本公主说到做到，本公主答应嫁给你就是要嫁给你。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今晚入洞房如何？生米煮成熟饭，让你父王拿你没辙。流氓，我告诉你，若不是明媒正娶，你休想得到本公主的身子。陛下，边关急报，元国大军压境，说我龙国萧晨强迫六公主殿下，扬言誓要为其讨回公道，如若不然便要发兵攻打我龙国。陛下，萧晨这贼子定是一时色心起，辱没了六公主的清白，这才导致了这次战乱。臣提议将萧晨凌迟处死，以平此次兵变。哦，男女之事都是你情我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陛下，萧晨此人人品极差，如今因为他，我龙国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老臣提议杀萧晨，平战乱，还我江山太平。臣提议杀萧晨，平战乱，保我江山太平。本王有命，看谁敢来取。萧晨，你还有脸来到这朝堂之上？你可知因为你，我龙国陷入何种境地？萧晨，你平时骄纵贪玩也就罢了，这次你致使我龙国百姓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依我看，你就是死上一千次一万次，也是死不足惜。现如今敌军压境，皆因你一人而起，届时若两军真的交战，必定会生灵涂炭。臣提杀萧晨，平战乱，还我江山太平。臣附议杀萧晨，保江山。若是将我萧晨处死，就可以换得这一方太平，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呀。不杀你，难道要我龙国与元国开战吗？你可别忘了，三年前因为你一场大败，致使我龙国至今还元气大伤。萧王，你贵为王爷，龙国如今因你而陷入绝境，你这个时候牺牲一下又有何不妥？本王可以死，但绝不是因为惧怕他元国而自刎。我萧晨的命是战死沙场，而不像各位的窝囊废口中退让求全。萧王，可如今元国因你而大军发动战乱，若不斩首你来缓解两国和平，我龙国如今怕是毫无胜算。皇后，我龙国坚决不做退让之事，这示弱换来的和平又岂能长久？陛下，若不杀萧晨，元国届时会发动大军攻破城门，到时候我龙国真的要亡了吗？陛下，皇后，若是我龙国不想与元国开战，
不如去将此事交给臣，臣不费一兵一卒，便可让他袁国退兵。哦，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让袁国退兵？没错，不费一兵一卒就可让他袁国十万大军退出我龙国边界。什么？不费一兵一卒就能让袁国退兵？简直是笑话。此等好事，老夫活了数十年想都不敢想。你这废人倒好，竟敢站在朝堂之上口出狂言。萧晨，这袁军谋划数年才得此良机，岂会轻易退兵？怕不是你这贪生怕死之辈在这拖延时间，借机逃跑吧？本王逃？本王自年幼起手持兵刃上阵杀敌，多次身陷绝境都不退缩，你们说本王逃，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萧晨，之前你有龙神君，现在你有谁？难道你还没有认清当下的处境吗？龙国天子守国门，君子死社稷，君不退臣不退，君若战臣便战，此刻袁国来犯，依本王看此事并没有回旋的余地。陛下切勿听信此人在此妖言惑众，蛊惑人心，老臣提议应当将此人立即处决，以免以后再生事端。老臣提议应当将此人立即处决，以免以后再生事端。陛下，既然如此，不如让臣姑且一试。若此刻臣不能让袁国退兵的话，臣愿意割下臣的头颅，来保我龙国一方太平。如若让你试而耽误了两国休战的最佳时机，到时就算是杀了你，恐怕也无济于事了。那好，本王就问尔等，袁国要是与我龙国大军开战，需几日？以眼下的局势来看，恐怕不足半月，两国的战事便可再次挑起。本王只需七日，便可让他袁国退兵。哦，七日？没错，就是七日。好，陛下面前无戏言，你有何担保？人头担保。萧王，朕觉得七日太短了些，不如十日如何？陛下，七日足矣。臣若七日之内不能让袁国兵退的话，臣以命之战。萧晨，七日内袁国退兵，你有几成把握？三成。怎么，花将军这是在担心本王吗？三成？你疯了吗？若是七日内不能击败袁国，你人头必当落地，到时候谁也保不了你。将军请放心吧，本王心里有数。你现在就随我去觐见陛下，我身为护国神将，或许能为你周旋周旋。恐怕将军现在还不知道，如今连陛下都救不了本。将军，我平日里虽然与你作对，但实际上却并不厌恶你。混蛋，都什么时候了还调戏本将军。将军，如果此次真的不能让袁国退兵，请你一定要答应我，务必保护陛下的安全，哪怕是江山易主。萧晨，我花兰儿答应嫁你为妻，便绝不食言，今夜你我就洞房，你若身死，我便随你而去。萧晨，陈圆圆。公主殿下，你怎么来了？我刚刚听到你们的话了。那又如何？我与萧晨本就有婚约在身。萧晨，本公主答应嫁给你，并且绝对不会后悔。今日我与兰儿姐姐一起服侍于你，结为连理，也算是有个名分。公主，将军，其实你们二位真的不必把上司的话当真。而且若是生米煮成熟饭，我想我方应该也会同意的。萧晨，其实二位真的不必如此。不必再说了，我意已决。
大老婆，小老婆，怎么样？为夫昨晚是否勇猛啊？本将军真后悔昨日的决定，没想到你这个废物武功尽废，竟还能如此。相公好厉害啊！王爷不好了，张家的人今日一大早送来一口棺材摆放在门外。张家，等本王解决袁国一事，再找他们算账。岳丈大人真的好气魄啊，竟然胆敢带着区区数人进入我龙国京都。萧晨，还不是你拐本皇女儿，不然怎会如此大费周章？再说本皇大军压境，若是本皇三日内未出龙国，即使便一举攻打你龙国边境。我与公主殿下情投意合，何来拐来一说？再说了，如果是岳父大人不相信的话，可以询问我妻圆圆。小王不必激将本皇，你约谈本皇于此，想说什么便说吧。而且你与我闺女的事，本皇也坦言，你萧晨就死了这条心吧。岳丈大人何出此言？我今日越见岳丈大人来我这边没有别的目的，只想让岳丈大人体验一下我龙国的风水人情罢了。这那陈国皇帝与萧晨谈得如何了？啊，大人，据探子回报，这萧晨与陈国主已经开始洽谈，二人就一同离开了将军府。二人所去何处？去了一个名为洗浴的地方。洗浴？哎，这又是个什么地方？啊，哎，大人，这个洗浴呢，就是洗澡的地方。据说那萧晨啊，花重金买了一条街，打造出来的。嘿嘿，而且听闻里面那可是不得了啊！莫非此处另藏玄机？姑娘请慎重。轻点儿。岳父大人莫慌，这精油 SPA 必须要脱掉外衣，这样精油的功效才能直通筋骨，有舒筋活络、壮阳补肾的奇效。这 SPA 这名字实在是太晦气了。竟然如此舒爽。怎么样，岳父大人，我龙国的特产可不错。好好好。好女婿，果然是深得本皇之心呀，如同本皇之己呀。这若不是道德的拘束，本皇今晚就与你结为异姓兄弟。岳父大人，本王自年幼起就听闻陈国公的英雄事迹，说句心里话，那本王对陈国公的敬佩乃是滔滔江水连绵不绝，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今日你我不必受着世俗之约，结拜为异姓兄弟，表面上我们是翁婿，那私底下我们就是知己啊。好，本王也正有此意，正所谓英雄惺惺相惜，你我兄弟二人又何必拘束于道德的枷锁啊。若不嫌弃，日后称呼本皇大哥。大哥？二弟。皇天在上，后土为证，今日我萧晨，今日我陈明，结拜为异姓兄弟。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二弟，大哥，大哥，二弟，父皇，我已经怀了萧晨的孩子，你可不能对他动粗啊！你们在干嘛？什么？他们结拜了？大人。这萧晨不知给陈国主灌了什么迷魂汤，刚开始这两人啊还剑拔弩张，突然之间就坐在一起畅谈人生，还拜了把子。陈国主啊已经宣布退兵了。这不可能，袁国谋划了这么多年，怎么可能轻易就退？莫非这洗浴里藏了什么特殊的秘密？啊，大人，这个地方呢小人去过几次，确实令人沉迷。小的呢还有一张会员卡，要不我带大人前去体验一番。最近好像出了个什么啊，对，本色诱惑，哎呦那种感觉简直。大人已经按照你的吩咐清理了影子，至于陈国主也派人秘密送出了京都。此番我还要好好感谢一下我这位大佬，要不然这张家肯定会再发生事端。萧晨，你是怎么让我父王退兵的？我父王平时也不好这个。萧王，你让我袁国退兵倒是可以，但凭什么？陈国主可认识此物？这是杀死武神的暗器。不错，此番我龙国若是与袁国开战，凭借此物必赢。此物虽逆天，可却只不过是一个罢了，而我袁国大军此番攻打龙国足有十万之多。陈国主，谁说本王只有一把？什么？你的意思是还有很多？没想到你竟然真的能让袁国退兵了，看来朕先前对你的担忧倒是多虑了。那是，作为我龙国皇帝的男人必须要有点手段，要不然怎么配得上我龙国的九五之尊呢？贫嘴，如今你还是应该想想这比宝大会该怎么顺利进行。以张家和皇后的作为，若没如愿，此事一定会有大动作。无妨，本王自有办法对付这张家。爹，七日后便是诸国来我龙国的比宝大会了，难道你真的准备让萧晨沾这么好的油水啊？是啊，大人，这件差事不光可以结交各国皇室，若是能拿到第一，那也是大功一件啊。爷您瞧他每天拽得跟个爹一样，上次我赏脸去他那条街的洗浴还给我打出来了。他想如意自然是不可能，这贱人多次阻挡我张家计划，老夫怎可能轻易饶过他。大人，我看这萧晨啊就该千刀万剐。哎，不如小的今夜带齐人马把这萧晨给。愚蠢，将军府戒备森严，常人怎可能说进就进？还有那花兰儿更是武功高强。这样吧，富贵，你去安排一下，等比宝大会结束之后借机刺杀各国皇室，以此来嫁祸萧晨。到时晋国的那位也会在，老夫倒是要看看这萧晨还能猖狂到几时。诸位，今日比宝大赛由本王举行，今日也是各国强邦友谊之聚。比赛很简单，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规则也如往年一般，胜利者可以从诸国宝物中任选三样。你们龙国今年是怎么了？让你这个废物来负责今年的比宝大会，
可能是这龙国真的是穷途末路了，连个像样的人都派不出来。毕竟啊，去年比赛连国宝都输给晋国了，还哪有贤德人才啊。听闻呐，晋国这一次可是做足了准备，想要再次赢得本次的比宝大会呀。晋国如今虽强，可龙国底蕴犹在，而且本皇更是听闻这龙国的好东西啊，貌似层出不穷啊。今年晋国想赢怕是有点难呐。袁国主，这晋国历年来可是稳居第一啊，隐隐有第一强国的趋势。相反，这龙国如今只怕是穷途末路了。陆国主，想必你还不知道吧，袁国和龙国前些日子比文斗武，结果是文武皆输啊。这文圣武神全都败给了这废物的第一回合，最后啊，连闺女都输给了龙国的小大废物。怪不得呢，原来是被这等弱国给打怕了呀。要不然这臣民像条哈巴狗一样向着人家龙国说话。尔等这般狂妄自大，看来是没吃过小滑头的亏吧。哼，算了，本皇懒得与尔等斗口舌。晋国无极战神的，怎么这届龙国是没人了吗？居然派遣这么个废物出面。无极，没想到在这儿会遇见本王吧。确实没想到，只不过意外的是竟然能在这儿看到你这废物，看来三年前就该杀了你，省得现在在这碍本王的眼。还真是小人得志啊，要不是三年前有人从中作梗，你的晋国早被我的铁骑踏平。成王败寇罢了，你萧晨以往是勇猛，这一生从无败绩，可你败了就是败了，你败给本战神一次，这辈子都抬不起头。别急，路还长，本战神不与你这废物多浪费口舌。光说这比宝大会，上一次我晋国连你龙国的国宝都赢走了，这一次道真应该好好想想该再赢些什么。听闻这龙国最近有个花篮啊，文韬武略却是一代女中豪杰，这次如果晋国能够再赢的话，可以考虑考虑把这女子带回去啊。对呀、啊，这龙国的花篮儿长得可真是俊俏啊，要是能赢回去倒也是人生一大乐事啊。本战神倒是有所耳闻，听闻龙国如今的护国神将不光人长得漂亮，这带兵打仗也是个好手，倒是配做本战神的卑奴。诸位，尔等都是王侯将相，你们在别人面前讨论别人老婆是不是有些不太合适了？哼，我等在讨论花篮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哦对了，本战神倒是想起来了，貌似你这废物与花篮儿有过婚约吧，可早就应该找你退婚了吧。人家花篮儿早就把你给甩了，哪里还算得上是你的妻室，要不就是你脑子有问题了，是在意淫人家呢。相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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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没见到本王正在忙着吗？相公，等等，这个花篮跟这个废物说了什么？好像是相公。相公，人家想你吗？人家找你来抱抱。哎呀，胡闹，这各路诸侯可都看着呢，咱们天天在这秀恩爱撒狗粮，气着他们怎么办？这个萧晨怎么会？不对，他一定是施了什么巫术。对，就是巫术，不然这等女子怎么会看上那个废物？不过是个女将军罢了，粗犷无比。本战神倒是听闻袁国六公主真是有如仙女出尘一般美艳动人，本战神有意向袁国主下聘礼迎娶六公主，想必袁国主不会推辞吧。你好歹也是一国战神，怎么还当着本王的面敲本王的老婆呢？你女人萧晨，怎么但凡有点姿色的女人都当成自己的老婆了？想女人想都失心疯了吧，这般女子只能与本战神作配，岂能轮到你这个废物？白日做梦吧。夫君夫君，你都不带我，你好偏心啊。今日诸侯们都在，你却只带狼二姐姐不带我，是不是嫌弃我啊？怎么可能呢，那为夫对二位贤妻
简直就是雨露均沾，毫无偏袒一眼。都是俗物，女人只会影响男人的志气。小陈，今日正题是比宝大会，小心让你龙国输得惨不忍睹。好啊，既然你无极这么有信心，那本王就与你打个赌，赌这次比宝大会谁能赢得魁首，如何？跟本战神赌，你也配？人家无极是当今第一战神，能与你说话已经是瞧得上你了。有的人呢，就是分不清自己如今的身份，还妄想自己是一代战神，殊不知早就是一条丧家之犬了。怎么，诸位这么说，难道是我本王怕了吗？对，是怕了，只不过是怕你这个废物像条狗一样输了，在诸国王侯面前丢人丢到家。再说了，你们龙国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拿出来赌的呀？各位，以往我龙国虽输多赢少，可今年却不同了，朕相信此次比宝大会我龙国必将赢得头筹。好，既然龙国主这般有自信，那便赌一次又何妨，只不过本战神要加赌注，就是你龙国的传国玉玺以及他小陈在诸国王侯面前从本战神的胯下钻过去。你好，那本王就以传国玉玺和本王的尊严作为赌注，就赌此番比宝大会我龙国必胜。那本王就以传国玉玺和本王的尊严作为赌注，就赌此番比宝大会我龙国必胜。若是我龙国赢了，你就将以往的宝物全都归还回来。如果你赢了，本战神不但将珍宝归还，还当众给你跪下叫你爹。好，既然你龙国和晋国执意要分个高低，我鲁国便退出，让你们斗个痛快。我袁国也弃权，赵国也弃权。既是如此，那便开始吧。来人，把本战神准备的两件珍宝拿上来，给各位开开眼。这就是传说中的极品中的极品琉璃呀、啊！还有红玉霓裳，哎呦，这可是百年前第一美人穆雪云的珍藏啊！传闻中，百年第一皇朝破灭时，这件珍品随之而消失。没想啊，今天本皇有幸见到此物。此二件宝物，皆是珍品中的珍品。这第一件，极品琉璃尊，本战神就不多说了。稀罕程度堪比海中银针，而这第二件红雨霓裳乃是天下间能排进前三的珍品，本战神准备的宝物如何呀？这个不就是我在王府里的一个摆件吗？你们晋国就拿这么便宜的东西来糊弄我吗？你暴殄天物啊，暴殄天物啊，这等琉璃世间罕有，你竟然把它给打碎了。这可是极品中的极品琉璃啊，世间再无第二尊啊。天下绝品，未免你说的也太夸张了，不就是一块普通的玻璃吗？好像是本王把你家的祖宗骨灰扬了似的。还有，不就是一件衣服吗？怎么还被你们说成了稀世珍宝？萧晨，你胆敢故意损坏我晋国国宝，你今日若不给本战神一个交代，就等我晋国发兵吧。你想本王怎么给你交代？要不本王送你个十件八件呢，如何？萧晨，你可知这尊琉璃何其珍贵，又可知我晋国为此花费了何等代价，怎么话在你这里说的这么冠冕堂皇的？也就是你们这群鼠目寸光之辈觉得这些东西好罢了，在本王眼里这些都是垃圾，白给本王，本王还要好好考虑要不要呢。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本战神倒要好好看看你能拿出什么惊世珍宝来，如若不能，后果自负。好，那本王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珍宝。
这混蛋又搞出了个什么邪气玩意儿？朕先前怎么没听他说过？我还以为你能拿出什么稀世珍宝来，原来是块小破布，就这还想赢我晋国的极品琉璃和红雨霓裳？萧晨，别故弄玄虚了，没有真品，也不用弄这个破布来自欺欺人呢。什么破布啊？本王的宝物在此。这是什么？小破砖，这怎么能堪称极品珍宝？哎呀，这个小东西能有什么神奇功效？诸位有所不知吧，此物名为摄魂碑，乃昆仑山上仙人所造，只要默念咒语就能将魂魄摄入其中，不仅能驱邪避神，还能镇压一国运气，保我龙国万里江山繁荣昌盛。赵国君，你怎么站在里面呢？天哪，仙武啊，不会真的把我的魂魄摄入其中？怎么可能，世间怎么会有摄人心魄的东西？怎么样，诸位，本王所言非虚，此物啊，将人的魂魄摄入三次，这人啊就要形神俱灭。三次就能形神俱灭啊？少臣，赶紧把他拿离本王，赶紧把他拿离本王。怎么样，此次夺宝大会的夺主，诸位心中是否有了定夺？有了，快跪。小王，你赢了。小王，你赢了，赶紧把这东西离我远一点。好，那么既然如此，无极将军，你是不是应该把我龙国的宝贝全部归还回来？那是自然。可是萧晨，我晋国还你龙国国宝，那你先前将我晋国极品琉璃尊摔碎一事，应当如何解决？你什么意思？本战神自然会信守诺言，可是萧晨，你应当将我晋国的国宝还来，而且要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不错，如若不能用你手中那尊仙物抵账，也算可以。混账，我龙国此件仙器何其重要，可是那破琉璃所能比拟？是你龙国毁我晋国国宝在先，而且今日你龙国若不能将我晋国琉璃尊还来，就等着我晋国兵发你龙国吧。想必今日各路诸侯都在这看着呢，谁战力不用本战神多说了吧？不错，是你们龙国先毁坏晋国的宝物。在这方面，我罗国站在晋国这一方，这件事情你龙国必须给晋国一个交代。怎么样，你龙国是赔偿我晋国的琉璃尊，还是以仙物抵账啊？无极，你说你堂堂的一个战神怎么这么不要脸，不就是一件破玻璃就想换我龙国的仙物，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哦，那你的意思是说跟我晋国开战了？不就是一件破玻璃吗？来人，把咱府上百厕所里的那尊琉璃全部拿上去。小陈，你什么意思？我晋国的琉璃尊乃是极品中的极品，你用百毛厕的东西来应付是什么意思？什么极品不极品，那在本王眼里这就是一个百厕所，也就你们这群没见过世面的东西还当作宝一样。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本战神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拿出来，如若不能，此番回去便要上奏者兵发你龙国，而后将你的人头挂在城门之上。萧晨，你的琉璃尊呢？怎么还没到？你急什么？萧晨，你不会是骗我等的吧？要是本王啊，早就跟人家跪下赔礼道歉了，毕竟三年前像狗一样被打回来了，这次再打一仗你看狗命都保不住了。琉璃尊到。这怎么可能？龙国何时有了这么多极品的琉璃呀？什么？真的是极品的琉璃，看这色泽，碧玉白菜，二龙戏珠，万马奔腾，吉祥如意，这里面的任何一件都要比晋国的内尊好上数倍呀、啊！就是这味道有点怪怪的，好像
是被水尿泡熬过的？这怎么可能啊？这极品琉璃乃世间罕见的宝物，它龙国怎么会有呢？而且还如此之多，这不可能。无极，本王一向信守承诺，这些玻璃呢，全当赔给你们晋国内的珍宝，一件换一堆，我想你不会不愿意吧？本战神怎么会不乐意？那好，那么你无极战神应该是先跟我履行承诺咯。那是自然，你龙国的国宝我晋国不日便会派人送回。不，本王说的可不是这个承诺。那是什么？你我先前有赌约，若是我龙国赢了，你便归还我龙国所有的宝物，并跪下还我叫声爹。你小陈，做人别太过分了。这可是你无极战神亲口说的，又怎能算过分呢？无极战神，你别忘了，你可是堂堂的一国战神，若是传出去你一个战神不履行承诺的话，恐怕是天下人都会耻笑你的吧。可以死，今日若跪，我必将颜面无存，若不跪又会让天下人耻笑。怎么了我的无极战神，还跪不跪？喂，小陈，你给我等着，咱们走着瞧。诸位，此次比宝大会顺利结束，为了庆祝此次我龙国顺利夺得魁首，大家可以享受仙气带来的蒙音。仙气这蒙，这蒙音是什么呀？这诸国国主现在也太小气了吧，给这么点香火钱，反倒是在洗浴上花了那么多钱，真是。萧晨。哎呦，慢点，您可别动了胎气。混账，你还有闲心在这里数钱，你知不知道这事情已经犯到不可控的地步了？这比宝大会上他晋国丢尽了脸面，想必现在应该在招兵买马。那你还有脸说之前因为张家还能有所牵制一二，但现在晋国一旦发兵，这天下必大乱，诸国第一个围攻的就是我龙谷。所以我之前开始大量的筹备黄金，就等天下大乱之时，诸国一狂，到时候那可是高枕无忧啊。天下大同，萧晨，你在做什么梦？虽然你富甲一方又如何，可如今张家的势力之庞大，你有名无实，在兵马上你更无一兵一卒。萧晨，你告诉我，你拿什么一统天下呀？这情况虽然确实如此，但并非毫无主见。外忧内患加上地位如同虚声，如若群起而攻之，我龙国的基业必毁于一旦。燕儿，我答应过会给你一个战无不胜的军队，纵使是天下大乱，到时候我也是毫无畏惧。可如今我们只有花将军在军中还有些威望，他虽是护国战神，但张家在军中也有所势力牵制啊。无妨，如今你已经身怀六甲，若再过些日子胎腹显现暴露了你女儿身的样子，到时候肯定会给张家篡位谋权的机会。父亲，如今晋国已经筹划兵发龙国，我们张家也应当开始准备了。婉儿，此事不可急走，若我张家趁此时谋权篡位，定会背负千古骂名，到时即便是得了这江山，恐怕也未必做得长久。那难道就不怕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吗？姑姑，您怀了龙种就不要担心此事了，爷爷已经与晋国那边商量妥当了，到时候我们会借着萧晨在比宝大会上羞辱无极之事发兵，那时候我就带兵平定叛乱，到时候不仅民心所向我张家，而且萧晨还会再度沦为千古罪人。那皇帝若再保萧晨，必失皇位，到时婉儿腹中的胎儿便是我张家把控江山的筹码。晋国如今昭告天下两个月后发兵我国，各位将帅可有愿意出兵者？陛下，如今局势晋国独大，若龙国贸然与之抗衡，怕是胜算为零。哼，
你是吓破胆了吧？元国禁军你怕，晋国禁军你怕，难道随随便便一个阿猫阿狗都能来我龙国撒野吗？陛下，臣主张此战不必，一定要打，打得让诸国再次记住我龙国威名。臣主张也要打。小臣，花将军身为护国战神，说打还情有可原，而你一个废物说打，凭什么？小王，你说此战该打，不妨说说为何打。陛下，第一，若是我国打此仗，虽是胜算少，如若不打，今日是他晋国，明日是他鲁国，后日是他赵国，都会觉得我龙国好欺负，到时候岂不是任人宰割？第二，此战并非不可打，虽然他晋国现在兵强马壮，但本王觉得此次应该是一个机会，若是我龙国赢了，便可壮我军威，恢复往日巅峰。所以陛下，臣愿意率领我龙生军迎战晋国。萧臣，你如何赢啊？你如今不但没有我龙国底蕴龙神君，更是一个武功尽失的废物。陛下，相国言之有理。难道你们的意思，我龙国就要等到别人打过来吗？陛下，臣觉得此战还是要打的，不过此战应当是臣去打，而不是萧臣这个废物去打。本王废物？那么前几日你张公子不还输于本王，岂不是废物的不能？本公子身传纵横之术，擅长谋略，专长本能在人。你就算赢了本公子又能如何？再说了，这行军打仗不是谈论国策，你如今武功尽失，就算让你去也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陛下，以老臣所言，应当由我孙儿张龙带兵前去应战。至于这萧晨，貌似这诸多事端都是因他而起，不如杀之而后快，以免日后再生事端。陛下，若不是因为萧晨先前侮辱晋国无极战神在先，今日怎么会导致如此窘境？我子之张龙不光身兼纵横之术，还与墨家的巨子关系匪浅，若能请巨子出山，借助墨家的机关术与号召，那此战一定胜多输少。墨家巨子，天下诸王见了都要行礼，想不到这张公子不仅身兼纵横之术，还能与墨家巨子有渊源。萧王此生战功无数，无往不利，纵然百场战绩，也只不过败了一场罢了，所以无论是战功还是经验，主帅都应当是萧王。陛下，这萧晨以往不败，是因为他有十万龙神军，如今只是废人一个，还有什么资本一为沙场？是啊，陛下，老臣认为此战即便是要打，也理应当由张龙公子出战，毕竟身兼纵横之术，再加上墨家，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陛下，所以此战应当是臣去，而不是萧晨这个废物，来决定我龙国的生死。诸位，能否先听本王说两句？你一个废物还有什么可说的？如今我龙国正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眼下应当先将此事定夺，而不是听你这个妖人在此妖言惑众，蛊惑人心。就是，萧晨，你这废物除了整天捣乱还会做什么？老夫与你同朝为官都觉得是侮辱，若不是看在同为效忠陛下，老夫连正眼都懒得瞧你。萧晨，你现在要是识相的话，就赶快退出朝堂，否则耽误了我龙国的战机，就算你十个脑袋。诸位，你们好像把本王说的十恶不赦。你难道不是十恶不赦吗？当初若不是因为你，我龙国又怎会陷入如此境地？三年前，本王不否认是本王的过失，但是本王如今还活着，就是为了我龙国效命。只要本王在，日后便会有第二支、第三支、第四支龙神军为我国效力。你又在这空口说白话，如今晋军已经兵临城下，哪还有时间给你练兵？那么你张大公子又如何能保证
我龙国此战必赢。如今晋军已经兵临城下，接下来是魏国，而如今天下只有我纵横一脉还有墨家可以号令天下。本王今日也不愿与你再争辩，既然你说了你有纵墨两家相助，那么三日之后本王便召开英雄大会，即可邀请诸子百家和各路英雄相会。到时候若是本王夺得百家相助，那么臣愿意率领龙国起战晋国。敢问诸位如何？三日，好一个三日！你知道诸子百家是何等的人物吗？给你三日，就算给你三年、三十年，他们都不会抬头看你一眼。萧王，我三日时间给你，倘若这三日时间耽误了战机，这责任你担当得起吗？有何担当不起？本王今日就在这朝堂立誓，若是三日后魏博得百家相助，那么本王愿意充当先锋，第一个上阵杀敌。既然萧王这么说了，那朕就给你三天时间，如何？臣领命。不过臣还有一事相求，若此番成事，我想张公子做我手下副将，由我调遣。好你个萧晨，你真以为百家会来帮助你？好啊，如果事成的话，我愿意做你的手下副将，并且给你当牵马官，从此往后军中事务任你调遣。夫君，三日时间是不是有些太短了？而且百家首领隐世不出，不为名利恐怕不会来赴约。是啊夫君，百家争名各有千秋，可即便是我父皇前些年去拜访被拒之门外，更不用说我们如今的窘境。会来的，如今天下大势已，百家争鸣的盛世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既然他纵横一脉的出现，其他百家必然有所耳闻。我也在等，为这世间的天下引赌一次。小姐，龙国萧王邀请诸子百家参加英雄大会，咱如家是否前去了？英雄？天下何来英雄？此次大会应索然无味，只不过是那些人用得下三滥的伎俩罢了。可是小姐，我看此次的话题却是不一样。不一样？那有什么不一样的？不过就是吟诗作画喝茶赏月罢了，去了岂不是浪费时间吗？不一样的小姐，此次的题目是天下。天下？这个萧晨算盘竟然打到我头上来了。少爷，您是纵横家的传人，这邀请函送到您这儿那是理所当然啊。也是，我作为纵横一脉传人也理当收到如此邀请。那是，那少爷，咱是去还是不去呀？去，为什么不去啊？我倒是要看看，他这空无一人的英雄大会上，到底是个怎番场景。萧晨，你这英雄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怎么，还这么冷清啊？嘿，是啊。不是说邀请什么诸子百家吗？这怎么冷清的连条狗都没有？张龙，这时候未到，你急什么？可不是我着急啊，主要是啊，你这办的实在寒酸啊。要不是我和你同朝为官的话，我都懒得多看你一眼。公子大意，嘿嘿，萧晨啊，我家公子能来那是你祖上积德，我要是你啊就不会处在那里，还不赶紧过来给我家公子磕一个。给我捧场，
你们张家能有这么好心？萧晨啊，我今日来此呢，不光是想看你这狗熊大会是如何举办的，我还想看你如何在这天下人面前丢尽颜面的。就是啊，还说什么邀请诸子百家，那是你说来就能来的吗？啊！我萧晨虽然不是什么英雄，但有着一颗怀揣天下的心。今日举办英雄大会，实则就是想要结交几位知己吧。萧晨啊萧晨，你就不要再吹这个牛了。我虽为纵横一脉的传人，也没有这个脸面邀请诸子百家，你又凭什么？就是还邀请诸子百家，哼，王富贵啊，就把话放这儿，要是能来一个人，嘿，我就把名字倒过来写。儒家儒首慕容雪特邀前来参加英雄大会。慕容雪，儒家儒圣，怎么可能？听闻萧王在此举办英雄大会，与各路英雄相谈天下，不知真假。穆小姐过奖了，只是天下传闻，儒家不出天下无真圣。慕容小姐能代表儒家参加此次大会，是本王的荣幸。萧王真是谬赞了，小女子只不过读过一些书罢了，与萧王相比相差甚远。听闻萧王可是赢过了文圣和武神，今日不光小女子前来，听闻百家纷纷赶过来。本王只是运气好罢了。来来来，快里面请，今日来的均为本王的贵客，请。少爷，慕容雪儒家很厉害吗？儒兵莫纵法，我纵横一脉排第四，你说呢？啊，这少爷，这萧晨把儒家儒首都请过来了，那这会议咱们还参加吗？参加，为什么不参加？既然他慕容雪来了，那诸子百家也会过来，到时候我们借着这个机会拉拢他们。此战此帅我必夺。公子高，嘿，萧晨你干嘛？富贵，你刚刚说什么了？若是百家来其一，你的名字倒过来念。哎，你是吧，贵妇？哼，我说的是王字倒过来写而已。哼。诸位，此番英雄大会到此，只为一题。哼，什么题啊？你就不要在这里故弄玄虚了。今日百家能前来，看的是慕容小姐吧？确实如此，若慕容小姐不来，我法家也断不会来此。我墨家只是好奇，什么样的大会能吸引儒首慕容小姐至此？各位，想必还不知道吧？今日他萧晨邀请你们前来，只是一个幌子，而实际上是想让你们为他萧晨卖命。哼，萧晨，别说我等避世不出，就算是天下大乱，再次百家争鸣，也要责名强国。你萧晨算个什么东西？就是，你萧晨三年前一败，险些让龙国覆灭，你乃千古罪人，想让我等为你效命辅佐，做梦！这萧晨啊，自从三年前打了败仗，整日逛窑楼喝大酒，家底啊都给他败光了。哎，而我家公子呢，乃纵横传人，天纵之才，此次前来呢，也是为了天下万民排忧解难。纵横传人，我等听闻纵横一脉出世，不知这位公子是纵脉还是横脉？晚辈不才，家师鬼牙得纵横合脉传承，得以回我龙国辅助明君。啊，纵横合脉，听闻纵横之术乃分脉相传，若得纵横者乃天之骄子，出世则选明君，必能闯出一番事业呀。晚辈今日有劳见到各位前辈，也想请各位前辈借此机会辅佐晚辈，得以安天下。既是纵横传人，又有如此志向，你我都为百家，
相互帮助也是理所应当。不错，你是纵横传人，我等必定鼎力相助。萧晨，如今我已经博得百家相助，想必你这英雄大会也没有举办下去的必要了吧。张公子，你嚣张的是不是有些太早了？不是我嚣张吧，今天就算是神仙来了也改变不了你输给我的事实吧。慕容小姐，你还记得今天本王邀请你过来的目的吗？记得，邀请我等来所谓天下。不错，今日本王邀请诸位前来是为煮酒论天下，而非你张龙这般这么着急拉帮结派。什么天下？你不过就是一个废物罢了。如今你所想之事被本公子夺得，而且你还错失了挂帅的机会，你还有什么颜面在这里谈论天下？奉劝你别白费心机了，毕竟人家是纵横传人，天赋能力且不谈，就是这一个身份都是一呼百应。纵横传人，好，那么既然大家都在，我们不妨比试一下如何。咦，一介废物配跟张公子比吗？好啊，那我们可以比试，今天正好诸位都在，我让你看看你和我的差距。想必这句话应该送给你自己张公子才是。张公子好像从来没赢过本王。你不过就是耍了些阴谋手段罢了，今天我们光明正大的来比，至于比什么任你选。二位既然今日以天下相聚，不如就以这二字为题如何？好啊，那么就让慕容小姐作为评判，想必会让某个输不起的人闭嘴。好啊，那我也同意，今日就让慕容小姐来当裁判，好让某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认清自己。那既然如此，今日的话题只有一个，何为安天下？何为安天下？所谓安天下，即是为安，而安字代表国安民安。本公子自幼饱读诗书，游历天下，为的就是让我龙国百姓国泰民安。今日诸位前来，如若得到诸位的辅助，那想必我们一定会更上一层楼。不错，天下即是为安，所谓安字应当是国泰民安之意。听闻张公子乃是富足之家，更是当今龙国皇后的子侄，能吃着颠沛流离之苦，实在令人钦佩啊。诸位，张公子所言是没错，可是想要安天下，首要的不应当是智吗？智、嗯，智，没错。先前张公子所言，要以天下为安是不得。可是张公子所安的天下，只不过是自己土地的这片天下罢了。哦，那依萧王之言，本王之言，这安天下应该以治当时。哼，什么治不治的，我家公子说安天下那就是安天下，而且在场的诸子百家也都认同我家公子的观点。哼，反而是你这个废物不仅故弄玄虚，而且还毫无意义。安天下以治为首，简直是一派胡言。萧晨，纵然你三年前横扫当世，可如今你就是一个风流的纨绔，何来的底气谈治？诸位，不如听听萧王所言，何为安天下应以治为首？我们看在慕容小姐的面子上，暂且听你萧晨一言，但你最好言简意赅，别再浪费我等时间。你今日输给本公子，已成定局。张公子之前说这以天下为安是没错，但是你张公子所安的天下只是仅仅在于你脚下的这片土地，而本王的安天下应该是以治成才，目光所及之处都是本王心中的天下。以治成才，如今天下分散，诸国林立，各路诸侯雄踞一方，天下如同死沙般纷争不断。那么我请问你张公子，这天下不安
又如何安民？本公子只管我龙国的黎民百姓，至于其余诸国，本公子管他们做甚？不，你错了。所谓安天下，应该是以治成宰，整个天下归一，祭书同文，车同轨，天下民心归一，才能有万事太平之景象，这才是本王所安的天下。整个天下归一，祭书同文，车同轨，天下民心归一，才能有万事太平之景象，这才是本王所安的天下，而不是如今这般的场景，人心不齐，民心不一。或许在你张公子眼里，这安天下也只是安一国天下，而本王所说的以治成宰，是以安全天下而言。那么张公子，本王说你顾忌眼前，目光短浅，不为过。满口胡言，天下归一何其之难，我能辅佐我龙国明君，保我龙国太平即可。至于你好高骛远，能有什么出息？若无志，尔等只能在眼前徘徊。本王邀请尔等来此的目的，的确是想要尔等的帮助，但本王要的更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辅佐，而不是像尔等这般目光短浅，只会攀岩附势、拉帮结派的小人。本王更想要的是能助我龙国统一、国泰民安的有志之人。萧晨，你真是可笑，我们只不过是择优服从，就被你说成了拉帮结派。比不起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就是啊，萧晨，我劝你还是少在这骗人了。小女子觉得萧王言之有理，若天下一直分散，群雄纷争不断，何来安天下之意呢？慕容小姐，你不要被他骗了，他说要统一天下，他凭什么？就凭他一腔热血吗？本王三年前就横扫当世无敌，又怎么能没有资本？你有什么资本？你凭你在龙城开的那些洗浴吗？凭什么？当然是凭借此物。这是何物？怎么长相如此怪异？此物名为摄魂杯，乃仙人所赠，想必大家之前对此物应该有所耳闻，不光能将魂魄摄入其中，还能镇压气运。前些日子周国小聚比宝大会，就是此物赢得魁首。不错，诸位，本王受天命所邀，仙人传宝，势必要统一七国九州，现在辅佐本王者死后皆可飞升仙界。不过是一块废铜烂铁罢了，哪有那么神奇？就是，你说是仙气就是仙气啊！你说你天命所归就天命所归啊！以我看来，只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萧晨，你就放弃无谓的挣扎吧，本公子才是民心所向，纵然你费尽心思，也依旧于事无补，还不如乖乖的给本公子做先锋，说不定到时候还能建功立业呢。诸位，难道你们现在还不信吗？啊！这怎么可能？传闻竟然是真的！世间怎么会有如此传奇之物？若传闻是真的，此物摄人魂魄三次即可魂飞魄散，那你我等岂不是……怎么样，诸位现在也是眼见为实，若是现在臣服于本王，也算是归顺于天命，若是天下大同，也算是功德无量。小臣，你我等愿意相信萧王，还请萧王将我等魂魄还回。请萧王将我等魂魄还回。是啊，萧王，还请将我等魂魄还回，我们也好辅佐您成就大业啊。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你们不应该不怕死吗？你们怎么能被他这区区淫威所震慑？张公子，我何时摒弃道义了？先前你与萧王二人比道，也确实是萧王赢了呀。安天下应当质子当先，
难道你不懂吗？鬼牙先生何等贤能，就没有教过你这个道理？你们简直无药可救。芙蓉小姐，你来评评理。本王才华横溢，家族背景雄厚，凭什么让他夺得此次的冠军？张公子，小女子也认为此番比斗是萧王赢了。什么？不可能。纵然是安天下，应该以质子当先。凭什么他萧晨可以帮我龙国统一天下？第一，十万龙神军虽已灰飞烟灭，但全天下鲜为人知。萧王不败仰仗的并非是武功，而是军心战法。假以时日，萧王一定会再建造出一支更强大的龙神军。可我龙国已经兵临城下，哪还有时间给他练兵啊？而你们要是助我，我有纵横之术，对付一个小小的晋国，不是手到擒来吗？我身为兵家首长，自然明白战争对万民带来的苦难，所以天下一统之志，我兵家赞同。所以第二，萧王志向天下，而张公子志向龙国。也许张公子能治理龙国，当为贤臣，但萧王之志，萧王之能，足以一统天下。你们，没想到啊，萧晨竟然能得到兵家如手这等夸赞，简直是史无前例啊。是啊，也许这萧晨真能一统天下，实现万世太平之举啊。我等愿意辅佐萧王，与萧王开创万世太平。哎，诸位请起啊。张公子，看到没，现在本王亦是众望所归，难道你现在还不认输吗？啊，萧晨，算你赢了。可你要记住，此时的龙国已不是三年前的龙国了，而你想挂帅，你自己心里掂量掂量。走。哼，看来张家这次真的气急败坏了。不过游戏才刚刚开始。诸位，本王在这就此谢过。萧王，听闻你如今想要挂帅出征，此事当真？不错，如今晋国大军压境，已打破七国和平之势，恐怕其余诸国也会紧跟其后。晋国虽然兵强马壮，可是我们并非没有一战之力，主要还是看我们龙国上下军中是否心齐。无妨，诸位，本王此次想尽办法召集你们前来，实则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你们帮忙。主子百家都站到了萧晨那一边。不光如此，儒家儒少，古今第一奇女子慕容雪对萧晨的评价也颇高，如果萧晨得到了百家相助，那我张家大业便是再难实现了。我张家大业在即，绝不能让这个贱人坏了计划。是啊，爷爷，我们谋划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与晋国有了里应外合的机会。此事你不用管了，我自会安排妥当。如今得到百家相助，又有大军在手，想必我们很快就有与张家撕破脸的资本了。可是晋国才是我们最大的危机，若此战我龙国真的输了，即便是灭掉了张家也于事无补啊。嫣儿，你还记得上次我与武神大战的那把武器吗？记得，那个威力巨大，但只有一个。谁说我只有一个的，其实我暗地里私藏黄金，早就让赵管家批量铸造了。什么？你是说还有很多个？没错，大概有10000多只。那我龙国对比晋国岂不是稳赢？一个就能战胜武神，那10000个对整个天下来说岂不收入囊中？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如今虽然夺得帅印，但是他张家势力还渗透其中，如果明日去挂帅，恐怕不会那么顺利的。可军中不是有花篮儿吗？他既是护国战神，在军中威望也极高。我三年前的威望比他现在的花篮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却还是在与晋国对战的关键时刻产生了严重的纰漏。我在想，这晋国和这张家应该也是颇有关系的。这个张家
这么多年一直渗透朝堂各部，而如今只需要一个理由，他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造反了。无妨，我已经让兰儿在暗地里铸造了一支队伍，至于张家，我定是有办法来收拾他，就等着他们一步一步上钩。禁军已经攻入城下，你为何还不出兵？等。你说什么？等？禁军已经兵临城下，你还等什么？张龙，本王乃三军统帅，做什么决策需要你这个小小的副将过问吗？萧晨，你是不是三年前被禁军打怕了？我看也是如此，你萧晨就是怕了人家晋国，不然也不像现在这样被人踩在脑袋上拉屎撒尿。萧晨，我看你这个孬种啊，还是乖乖退位算了，好让我家公子挂帅。萧晨，如今边关紧防，禁军来袭，我龙国的移民百姓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你若是不敢派兵应敌，便将这帅位让与本公子，我带兵去出战。哦，那诸位的意思是说本王怕了，反倒成了孬种？哼，你不是孬种是什么？当初要扬言破军，哼，如今啊却在这里享福。萧晨，你要是个男人就应该立马调兵，否则就将这帅位让出来。哼，三年前你独自苟活，如今又不敢迎敌，我看你活在世上也是耻辱。诸位，此番禁军来袭数十万之兵，而我龙国不守边防，不足其二分之一，如果现在正面对敌，必将惨败无疑。孬种就是孬种，在这找什么理由？你若承认你是个废物，不如乖乖跪下来求我，我替你带兵出战。萧晨，我家公子乃是纵横传人，谋略天下第一，若得大权相助，对付区区十万兵将简直绰绰有余，哪像你这废物，除了吃喝玩乐还会干什么啊？看来诸位是有备而来，不过无妨，既然诸位这么想与敌厮杀，那本王就给你们这个机会。怎么，你这废物想开了，要交出帅印滚回你的女人窝里去了？早这样多好，还浪费这么长的时间，赶快把帅印交于我家公子，好让我家公子带我打破敌。你呀、啊，就瞪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清楚。既然你张大公子这么想要这帅印，那么本王将这个帅印就送给你。帅印？不对，你能这么轻易的就将帅印交于我？我萧某人是看在张公子怀才不遇的悲愤心态上，心生惋惜，才觉得将此帅印应该交给张公子才是。狗屁，分明就是自知无力击退禁军，所以才将这帅印交于我家公子，好以此来摆脱责任。你那个金刚钻的本事，非揽着瓷器的活，现在好了吗？丢人都丢到军中了。早交出来就好了呀，现在弄全天下都知道你这个废物弃战而逃了。停，诸位，本王可以交出帅印，但本王貌似从没有说过要弃阵而逃。你什么意思？这帅印我可以交给你，但是本王要与你立下一个赌注。赌注？赌什么？你说你张公子天纵奇才，又有着一腔热血之勇，可以凭借区区数万人击退禁军，那我们就比试比试，谁能退敌我。你的意思是不光要让出帅印，还要与本公子比试谁能击退禁军？真是搞笑，你一个兵将都没有，如何能击退禁军？没错，我将帅印交出，让尔等推举张龙作为主帅，本王在此立誓，若是本王未能击退禁军，本王提头来见陛下。萧晨，没想到你竟然这么着急送死，你竟然在军中立下这种誓言。此事如同军令状，一经立下便绝无退路。诸位，
本王也算看出来了，尔等不过都是张家的鹰犬罢了。这帅之印，本王要之何用？反之，诸位要是未能击退敌军，这杀头之罪也是在所难免的。萧晨，你这个废物，居然还关心起我们的死活来了。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不要这么着急下结论嘛。而且纵使本王无一兵一卒，也不见得不可以逆风翻滚。好，死鸭子嘴硬，那咱们走着瞧。走。刚刚的话我都听到了。听到就听到吧，一个帅印而已，给他就好了。相公，先前我们那么努力，不就是为了这个帅印吗？现在这么拱手相让，岂不是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全都白费了？其实我也这么觉得，但近日我在军中发现，这张家并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不就是一个张家，为何这样说？三年前的前车之鉴，以及近日我在军中发现，这帅印好比是烫手的山芋。那相公的意思是就这么将帅印丢出去吗？可如今陛下的势力愈加薄弱，如若这张家真的在此次大战中立下奇功，那他们恐怕下一步想要的就是皇位了。无妨，先让这张龙挂帅又如何？我已收到儒家密信，只要等待机会，便与张龙和张家一锅端了。至于其他的，你先按照我的吩咐去做。嗯，爷爷，听您的果然没错。那萧晨在军中仅仅待了数日，便将这个帅印主动让了出来。这萧晨恐怕是忘了，如今的他可不是当初了。即便是他有花篮儿又如何？我张家暗中部署势力这么久，等的就是今天。我已与晋国那边的无极取得了联系，只待他们彻底兵住城关，我也带兵力挽狂澜。娘子，你大可放心，可千万别动了胎气。油嘴滑舌，我问你，昨晚跟花将军和六公主同眠，是不是没死你了？哎呀，哪有啊。娘子，纵使我有三妻四妾，但是我心里爱的只有你一个啊。唉，我虽然是一国之君，但背地里也只是你的妻子罢了。男人有个三妻四妾也很正常，我也管不上你。燕儿，其实我有时候真的在想，我真的想带你去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远离那些所谓的名权富贵。相公，我又何尝不想这样？可事与愿违，从小我父皇为争夺皇位，从我一出生就把我变成男儿身，从此便失去那所谓的自由。而如今我最在意的就是让晋国退兵，不然我龙国就……娘子，请你放心，此事我已安排妥当。前几日我已收到儒家的密信，此次的兵变只是一个幌子，实则是他张家想要夺得我龙国的民心，找机会再次谋反，这样我龙国就会成为他晋国手中的傀儡。你的意思是张家和晋国有所联系？是的，想必三年前的事情也很可能是张家和晋国合谋而谋。这怎么可能？如果张家跟晋国真的有所联系，那我龙国岂不是危在旦夕？而且你还将帅印给了张家。燕儿，你可以放心，此次我将帅印丢给了张家，实则是想借此机会清洗一下大军罢了。毕竟三年前的事情若再次发生，那才是最可怕的。至于张家，是时候清算一下。不过如今晋国兵已退，我张家威望大胜从前，如今只差一个机会，便可起兵造反了。龙儿果然不负众望。父亲，此次与晋国合谋如此顺利，我张家民心已到达顶点了。哈哈哈哈，这龙国的江山马上就要改姓张了。大人，如家如手慕容小姐求见。慕容雪，
慕容小姐，此番前来所谓何事啊？张家少爷此次立下大功，想必龙国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慕容小姐，你不是要跟着萧晨那个废物统一天下吗？怎么跑来我张家了？龙儿，不可对慕容小姐无礼。小女子作为儒家之首，一心想要为天下太平，让万民安康，今日前来只是想要弃暗投明。慕容小姐的意思是想要为我张家效力？没错，小女子先前以为萧晨乃真英雄，有大志，日后必成大器，可现在才知道萧晨并非真英雄，而是张家的真龙。那是自然，我家少爷乃是天纵奇才，岂是那废物能比的？哼！慕容，你跟着他这个废物，你什么都得不到，你倒不如跟着我，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此次小女子前来也是有此意，而且我还给张家带来了一个能够成就霸业的宝物。这是相公，收到慕容小姐的消息，张家已经准备造反了。你让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处理妥当了，而且兰儿姐也传来消息，晋国退走的大军也已经被伏击。既然如此，想必接下来应该是重头戏的时候。如今晋国退兵，我龙国算是保下了这江山。奈何朕近日得了风寒，无奈只能躺在床上休息，实在是无法跟众将领庆功。陛下，此番龙国能够化险为夷，多亏了无职张龙，仅凭四万军就将晋国打得溃不成军，这简直就是我龙国之栋才，简直比如今的花将军以及萧王爷还要胜之数倍。皇后娘娘谬赞了，此等皆是陛下皇恩浩荡，荣威震国。朕知道此番张龙有功，说吧，要什么奖赏，朕必定力所能及。陛下，在此之前臣有一事一定要说。他萧晨与本公子曾有赌约，若他要是输了便提头来见。可有此事？陛下，确实有此事。陛下，他萧晨曾立下军令状，说要不费一兵一卒踏破敌军，可如今他不光没有击退敌军，还整日在军中饮酒作乐，今日他萧晨必死。不错，我与张公子先前是有赌注。怎么承认了？陛下，三年前因萧晨的一场大败曾让我龙国受到重创，现在这贱人又四处惹是生非，如若不是我孙儿大才，恐怕我龙国早就国破家亡，所以陛下，此番萧晨必须死。是啊，陛下，若再留萧晨，我龙国怕是真要亡了。诸位，难道你们真的想本王死？萧晨，这可是你自己立下的军令状，如果我是你的话，现在就在这儿自刎。如果按照你张公子这么说，那本王确实立下过军令状，但是你确定是本王输了吗？不是你输了，难道还是我输了吗？你可别忘了，是我张龙带着四万大军击退了敌人的十万大军。确实如此，不过张公子，本王连夜收到密报，说你与晋国无极战神私通，演了这么一出好戏。张公子怎么可能跟晋国有联系？张家可是世代为我龙国效力，而且皇后也是张家人呢。冤枉陛下，萧晨他诬陷我。贱人，你休要满口胡言，明明是你在为自己开脱才诬陷我孙儿。萧晨当初可是你扬言要打的，结果却是人家张公子替你出兵迎敌，而你只会吹大话，现在竟然还陷害人家张公子。我看你啊，为了活命
连脸和尊严都不要了。不然三年前我龙神军十万，为何偏偏就你一个人活着？怎么，萧晨，你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心虚愧疚，无言以对啊？告诉你，现在我张公子才是我龙国的英雄，而你只是一个过去式。心虚？该心虚的不会是本王，而是你张公子才是吧？诸位要是不信的话，且可看这封密信。大家可以想一下，本王为什么平白无故的将帅印交给他张龙？还不是因为你自知能力不够，才把帅印交给我。不，这密信里面清清楚楚写着，你张家与晋国联合串通的这场戏，而你们交换方式也很简单，就是他晋国帮你张家夺得皇位，你张家给他晋国半壁江山。胡言，满口胡言，难道证据就只是因为这一封信吗？够了，张龙，好歹你是皇亲国戚，没想到你竟然跟晋国串谋。来人，把他给我拿下。陛下，我没有。陛下，伯父，伯父，如今有功在身，凭什么要相信他一个外人？够了，给我压下去。陛下，陛下，陛下，龙儿是哀家的子侄，也是你的子侄，你应当相信他才对。你怎么相反，听一个外人的一面之词呢？好一个有功在身，好一个皇亲国戚。萧晨，我知道你是嫉妒我孙儿，可我孙儿以四万人击退了晋国的十万大军，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别急，第一是他张龙，第二就是他张家。张家？我张家怎么了？我张家世代辅佐皇室，忠心耿耿，天地日月可见。好一个忠心耿耿，你摸着你自己良心说说，当年本王攻打晋国时，眼看就要夺得了晋国的城土，是谁走漏了军报，害得本王错失了良机不说，还害了本王失去了十万大军。萧晨，看来你是什么都知道。人在做天在看，你做了这么多亏心事，就不怕死后遭报应吗？哈哈哈哈，自是天下间乱世出英豪，老夫承认你厉害，可又能怎么样呢？我张家谋划了这么久，目的已经达成，现在只要老夫想，随时可以起兵造反。国相，我张家尽心竭力辅佐你们江家多年，也是时候该拿回点回报了吧。朕知道你张家这么多年的谋划，但是没想到你张家竟然跟晋国有所串联。今晚你作为朕唯一的皇后，难道对朕一点感情都没有吗？况且你还怀了朕的孩子。陛下，江山总是在更替的，再言父母之恩大于天，我总不能违背父命。既然如此，那朕无话可说。这怎么，陛下肚子怎么这么大？对呀，怎么回事啊？这是，朕是个女人。什么女人？女人？这怎么可能？那言与我姓周公之礼的人是谁？自然是我。而且，陛下腹中的胎啊，也是本。是你？这怎么可能？没想到啊，一次就怀了。只不过我家里那二位，肚子到现在还没动静。贱人，你竟敢淫乱后宫！你还密谋造反啊？老子怎么淫乱后宫？告诉你，那日我要是不去，就让你知道了皇上的秘密，岂不是给你们造反的机会吗？好，算你狠。婉儿，为父今日本来只是打算囚禁陛下，好让我的外孙还有个父亲，可事已至此，就别怪为父心狠手辣。来人，今日我张家便要帮助陛下退位让贤。来人，快让陛下退位吧。夫君早就安排好了，在你们进入皇宫的时候就已经清理了你们的势力。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老东西，老子计划这么久，你想到的我都想到了。哼，那又能怎样？你难道认为老夫就没有后手吗？实话告诉你们，晋国的十万大军根本就没有退。如若老夫今日登基不成，他们不日便会踏平都城。别想了，宰相大人，夫君早就让我带了10000精兵，偷偷地将晋国大军消灭了。这就是无极战神的头颅。这怎么可能？你们10000精兵怎么可能抵得过10万大军？老东西，恐怕你这思想落后了吧。你是否还记得我战胜武神的手枪呢？可是那东西不是只有一个吗？你对付武神还可以，那可是10万大军呢。谁说只有一把？本王能造出一把就能造出第二把第三把。再者说，本王不能光光造出手枪，只要给我弹药，手榴弹我都给你造出来。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你做的？老东西，你不要担心别人了，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晋国已经被破灭，在老二姐埋伏10万大军的时候，晋国已经被夹击，恐怕在半个月内这消息会传出去。怎么可能？没什么不可能的，再说了，其余诸国早就虎视眈眈了，就算我不联合元国，只要让晋国无极战神被杀的消息传出去，恐怕灭掉晋国的就不是我龙国和元国了，而是其他诸国一起发兵。事到如今，你张家还有什么话好说？时至今日，老夫无话可说了。但不得不说，你萧晨是个天纵奇才，竟然能在此种境地找到制胜的关键。你张家谋划多年，上至一品大员，下至九品县令，无不渗透。我若是想赢，只能步步为营，引你上钩。只可惜老夫还没能坐上这皇位。下辈子吧，或许你能投个好胎，兴许能坐上。萧晨，这个位子老夫坐不得，你也别想坐。去，可认得此物？哇，这东西我再熟悉不过了，只要灵魂摄入三次便可神行去灭。好，既是如此，老夫今日便要将尔等魂魄摄入其中，我们大家同归于尽。茄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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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管用？慕容小姐，出来吧。萧王所托，小女子也是受命行事。萧王的意思是让我假意投敌。不错，张家谋划这么多年，步步为营，只要长长他们的气焰，他们便可按耐不住。至于前辈，只要在暗中与我妻兰儿厮杀他们的禁军，便可断了他们的手。果然就是你给我下套。不然呢？你们张家怎么会自以为是很膨胀呢？开始密谋造反？没想到啊，没想到老夫活了数十年，却被你等贱人玩弄于股掌之中。服？老夫不服。来人呐，将张大人以及张大人的家人全部打入大牢，至于张青婉诞下腹中的胎儿，即刻打入冷宫。传朕口谕，此刻朕便将恢复女儿身，待我诞下腹中胎儿，待其年长扶正，便不再从政。哎呀，二位好娘子，看来你们心情有些不愉快啊。嗯，哎，干嘛干嘛呀？这是萧王好有魅力啊，连陛下都能为你生孩子。哎呀，误会误会啊。误会这也不见得吧，这仔细回想，萧王爷是不是也太过于风流了？二位娘子，我就跟你们说了，
我是被逼的。再说了，给我剪了，你们用什么呀？哎呀，相公，我们可舍不得，但是以后怎么办啊？你说你现在三妻四妾，已经有了三妻，是不是还要娶四妾啊？哎，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圆圆，乖，把这个给为夫啊。相公，我们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相公，你得补偿我们。哎，萧王真是谋略无双啊！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灭掉了庞大的张家，而后又消灭了晋国，当真是恐怖。慕容小姐过奖了，本王也是无奈之举。萧王真是谦虚了，只不过小女子还有一事想问。但说无妨。萧王的志向还是天下吗？天下。嗯，